高兴在这边，然后听到刚刚大家的这个背景啊，那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自己在学校里面教书，那常常也遇到一些学生会有一些一般外人所认为的偏差行为的问题。那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处理他们辅导的时候，其实都会不时的听到一种声音，就是啊，现在我们都是管太松了啦，台湾社会现在就是管太松啦，法太松啦，所以才会让这些孩子有这么多问题啦。如果我们管严一点啦，然后呢，都会用就是，如果真的行为有什么样的话，就关起来啊，或者送到什么样的机构去的话，那孩子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了。可是真的你在教育现场，你会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你真的面对孩子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他有时候是从小的生长环境就让他失去了很多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他到后来会呈现出一些外人所认为是偏差的行为，但他不是他愿意的。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今天看到是有很多的这个社辅导心理背景、智商背景以及法律背景的人愿意来关心这些在青少年时期迷途的孩子，就非常的棒。那今天这位讲者郑哲，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他其实自己本来是台北教育大学心理咨商所，对，然后他心理咨商所毕业了之后就放弃了教育这块，本来我们常在一起聊到教育，我们还一起讲过说，这是要帮你保密的意思吗？我本来想说以后我们要一起创办学校，结果他就变成了教育界的逃兵。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说他觉得有些改革必须要从体制里面去，所以他就决定去考这个司法体系，因此就很顺利的到了云林地方法院去当少年调查官。那我想这边在座有很多是法律背景的人，应该知道少年调查官其实不是说因为他很年轻的意思啦，就是因为他主要在关心的对象是少年，那他也称那些人为少年。他自己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他除了心理咨商以外，他也曾经试图研究过人类学。那今天来到这一块，他有很多从心理教育方面所带来的观点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就把麦克风交给他，来期待他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好，感谢大家好啊。其实我以前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工作我要做得长久，那这个工作我希望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小时候我就是所谓的这个犯罪的青少年。以前在国中我们可能会跟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是我在放牛班，然后我们可以把老师气到他会把中年费丢在地上，说他不想要赚这门课的钱，然后也有心脏病发的人。那你说再去老师后面被揍了一大屋，这常有的事，我那个年代是有的。然后不要想抽烟了啦，逃学带七八十个人去隔壁学校把人家打成重伤，这种常有的事。以前我的过去就是这样子的小孩，然后我只在想说，如果今天我的工作可以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联的时候，会不会我会做起来比较有感觉？那我说我后来就跑到这个领域里头来。那来到这边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过去虽然念教育，我是师范体系出身的，可是我后来也放弃教师证了，然后念了心理咨商，也不打算走咨商组。所以呢，我也没有去考试理智。我妈说：“你要干嘛？”我说：“我想去做文化研究。”她说：“文化研究是想要听啊我。”我一起的，她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读了这个就不做这个工作呢？”我说：“念书是一种自我实现啊。”那个时候我妈妈只回我一句说：“哇，你怎样才没有自我实现呢？”我妈给她念一条，跟她妈谈几期，不讲你自己要怎么让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个问题。那当然，这样辗转，我就到了这个工作领域里头来。我发现也确实。来到这边以后，过去的教育所学，我学的心理咨商的技术，其实在司法领域里头，它反而让我跟其他单纯法律背景的人进来这个领域里面，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同事之间，我们也经常在讨论很多很多的价值观的问题。等一下我会在讲这个整个少年司法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会带一些法条的东西。那法条很无聊，所以我一定会带一些实例的故事。那讲故事跟讲法条，它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操作的实务的过程。那个实务的过程背后一定有一套所谓的学理，那我会把它定义成那是一个工作信念，我会把那个信念拉进来，然后跟我们的立法精神去做结合，然后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些孩子跑到法院里头来，然后国家是用什么立场在面对这些小孩。哦，所以待会这个整个过程会是这样，你帮我按一下。大家还记得吗？小时候在教室里面有没有看过所谓的不良少年？有没有印象？
有吧，我相信一定是有的。那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孩子啊，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工作领域里头看到很多不良少年，我觉得有时候也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投射。这个投射是好的吗？老实讲，会有引起跟反应的问题。那这个东西我也不谈，因为这个牵涉到心理的专长。我要谈的是说，至少我可以对这个孩子有一些包容。那这种包容不是因为我同情他，是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些处境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可以帮我看一下下一页。通常学校遇到这一些有偏差行为的孩子的时候，我会怎么处理？那当然，我们就要开始去定义几个问题啦。如果今天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合乎社会规范，我所谓的是安定的秩序的规范底下，没有人会去说你是一个问题的孩子，你有问题。所谓的不正常，一定就是偏离的那个，也许就是两个标准差之内那个所谓的大部分的人会有的行为。你偏离了这个大家都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你可能不正常。好，那通常学校怎么去处理那个比较极端的，在这个正常范围内不会违规的那一群极端值的人呢？其实在我们在法院里头感触特别的深刻。你可以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很有爱的教育人员，那我们也看到很多失去耐心的教育人员。失去耐心的教育人员，他把一些孩子丢出学校，我们有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真的就是不适应这种既定的既有的我们国家所规范的那条，你如果要追求成就，必须要走着这个正式的管道，你必须要经历的历程。有些人呢就不适应这个主流社会所安排的你的成功之路。譬如说，一个不会念书的孩子，如果没有办法透过学业去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难拿到一些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依据。譬如说文凭，譬如说专长。OK， 那是我们比较幸运哦，我也觉得我很幸运。我小时候虽然爱打架、不爱念书，可是我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当我要念书的时候，还蛮能念的。可是每一个孩子可以像我这样吗？其实不行。所以我也是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可能要求每一个小孩子就是只透过念书这一条路来成就自己。好，那学校怎么处理呢？我们按下一页。如果今天在学校里头他不断的违规，当然学校里头会有一些比较说，有一些比较好听的说法叫做辅导转学或是调整环境。我等一下会稍微提几个案例哈。那在谈这个之前，我先讲。你们猜猜看，我手里头遇到的孩子旷课的结束大概最多，我们普遍遇到的旷课结束大概多少钱？你们要不要猜猜看？500多，200，200，500，还有吗？我们同学是500。那你们在座有没有人旷课超过200节？有举个手吧。从小到大，有没有人在座从小被记过超过八字大过的？有没有？还没有，是。哎，你们真的好乖哦。完了，我跟你讲，我们手里头有大过二十几。旷课我最多目前看到破千，几乎就是不去学校。那这样的孩子肯定是通报中错嘛？如果在座有教育现场的人，你们会知道他必然是通报中错。通报中错以后很烦啊！对于谁很烦？我跟你讲，对老师来讲很烦，因为上级单位一定会来督导说，他为什么？而且他每个月都会召开哦，主管机关会召开会议哦，检讨他所属的所有的学校，说为什么我们这。本县市为什么这个中辍生的数字还没有办法低于80个人呢？为什么这个月还有120个人呢？懂吗？大家主管机关很在意的是我们中辍人数有多少，可是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怎么让这些不去学校的孩子愿意回到学校？当然背后有太多的因素。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我会稍微谈一点。好，总之一个经常违规不去上学的人，一个经常违反校规被记过的人，在这个学校里头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正规的环境当中生存的时候，其实有些学校希望他离开。那离开的方式很多种，有一种叫，你有没有听过缉毒吗？我相信你们应该没听过吧。这是一个体制内的、体制外 的做法。譬如是什么？譬如说，假设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适应不良，那我们这边状况很多嘛，我就会跟家长讲说，我跟你讲啊，你这地方别入熊口袋，台语可以通啊。我以前台语超烂的，我是到云林以后才台语现在变这么溜。为什么？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都是讲闽南语的啊。云林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哦，它是一个外移人口很大的地方，所以大部分留在云林的人是谁呢？阿公阿嬷跟小朋友。那阿公阿嬷如果真的孩子犯法，你要把他带来法院的时候，有的父母亲未必能够来。那阿公阿嬷孩子跟你讲闽南语，而且海县的闽南语又特别可靠，他那有一个腔，
特别的奇怪。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十句、五句听不懂，然后你重新诠释之后，你会问他说：“啊，是这个意思吗？”他跟你讲不是，就操作者的。所以慢慢的，他也会有进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必须用他们的母语跟他沟通，他才会告诉你真实的话。好，什么叫进步？今天我假设学校有一个孩子的状况不理想，我会告诉你的家长说，你们的孩子在这边因为同才那个人际关系不好嘛，那要不要转到别的学校去啊？那边哦可以跟这边的环境做隔离，他也不会受到不良的同才的影响。家长觉得很有理嘛，好把小孩子迁户口迁到隔壁的乡镇去，迁过去之后呢，孩子就把我们的那个学籍要把他移过去了。可是有些学校，我现在把他从我们这边移到你们学校去啊，学校要马上收吗？理论上要马上收，理论上要，为什么？因为义务教育是零拒绝。可是通常，另外这一所学校不会马上让孩子的学籍进去，他们会用观察，他会说：“那不然我们观察一段时间，等到你稳定了，再让你的学籍进去。”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是空窗期，这个孩子是漂浮的状态，他既不在我这里，不在你那，可是我以为已经过去了，然后那边以为说：“哎，我还没有正式接受你，你懂吗？”会有这种状况，不只是云林县，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状况。OK， 这是嫉妒。有另外一种地方叫做。中途学校，这个中途学校我必须先做一个区别，因为正式来讲，所谓的中途学校在法律上面在谈的是指性交易的那个少年少女。如果有从事性交易或性交易之余的少年少女，他们被抓到之后，不会被当作是一个犯罪者来看待，他会把视为一个被害人，一个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少年少女，因为他今天会透过身体去跟别人进行交易，可能在两性，可能在性别教育、性别关系。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或者是家庭关系，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必须被安置，只是安置在一个保护的机构，里面会有专门的助人工作在协助这孩子，就是等于在教育的意思。这里的中途学校，我要区别的是刚才提到的那种性交易的安置，性交易少女的安置。那在教育体系里头的中途学校，指的是像是什么呢？像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慈晖班。慈晖分校，这个意思是什么？是指说有一些孩子如果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因为个人因素而有中辍之余的时候，他快要被中辍了。当他不适应这个主流的教育环境，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环境里头接受教育，而他不想来上学，或者他可能就会中辍而不来上学的这种特殊型的孩子，他需要比较强度的监督，或者是。他比较需要一些特殊的教材教法来教育他的时候，那有一些主管机关，他就会在他的所属的教育单位里头去设置一个所谓的教育比较偏是教育性质的中途学校，譬如说嘉义县民和国中，嘉义县立民和国中底下有一个慈晖分校。那它就是挂在一个一般的公立国中底下，只是它会有一个分校比较特殊，是提供一个住宿型的生活，让那些可能会中辍的孩子去里头，然后接受特殊教育。它的课程可能会比一般的学校来的简单，那它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记忆课程。有些小孩可能不喜欢国语数学啊，国文数学比较死，可是我可以去学烘焙啊，我可以去学电脑啊，我可以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个在慈晖分校里头就会有比较弹性的课程设计。OK。那也有一些县市，他没有像这样子的慈晖校分校的机构，他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会委由一些当地的法人团体，譬如说一些教会，某些教会他可能就会，他只要他的场地适合，他有教室，他有适当的师资，那他就会跟主管机关去申请，然后合可之后，他可以经过这个他们所属机关那个主管机关的类似一个教育评估委员会。评估过后，由各个学校、各级的学校提报人上去。比如说，我们学校有一个中辍之余的孩子，那我就把他提报给教育处，教育处他们就去做一个审核会议。评估过后，就可以把孩子送到那个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私人所经营的这种中途的机构。那通常这样的机构，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安心学院。所以，如果你有听到安心学院，大家也知道说，有一些孩子是因为他有中辍之余，所以他去。那这样子的机构其实它是必须要支援的，也就是说法律代理人同意，小孩子本身同意，学校才能把他送过去，他没有强制力，只要有任何一方他不同意，他就可以终止这个特殊教育。好，大概是这样，往后看。那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是在说，如果今天原生家庭跟教育单位都 hold 不住这些小孩的时候，譬如说那些有中辍之余的孩子的时候，那他就很有可能会被边缘到这个社会的外围去了。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在那个违法的临界的这边这条界线上面去游走，帮我看下一页。
所以这个时候少年司法的角色就进来了。什么叫做少年司法？很有趣的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几岁以上有刑责的问题吗？我们以前公民都学过，十四，对，没错，14岁以上你可能就要去面刑事责任的问题了。那可是你要完全的成年是几岁？当然不是啦，20。对，完全的成年，我指的是有完全意识表示能力，是你在民法上面你可以真正独立的时候是20岁，正常情况之下，当然会有特例啦，比如说你如果结婚的，或者是对。OK， 现在问题在这边，如果今天你的身份是处于一个未成年的状态，这边未成年的状态指的是18岁以下、7岁以上、7到12岁叫做儿童。12岁到18岁叫做少年，只要是7到18岁的情况之下，就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事件处理法是一个程序法。什么叫程序法？我们可能要稍微区别一下实体法跟程序法的差别哦。实体法指的就是像刑法，好，我今天讲这一个行为，我触犯了刑法法律，那我可能会我有面临的一些法律的责任，这个就是由实体法来操作，就是你就是用实体法去认定。好，我今天打人。那我把人打伤了，这是有一个具体的事实，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具体事实就看说你是不是符合了刑法上面的什么样的要件啊？有构成伤害罪吗？有啊，那就被追诉，那你就要送到司法体系里头接受应该要有的处分。OK， 那少年也一样，如果今天他触法了，我们不会走刑事诉讼法。虽然我们所适用的实体法是刑法，可是不会用单纯的刑事诉讼法来走，我们会用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程序来走。所以等一下我会去讲这个程序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图，那个图非常复杂，要等一下看到以后你会比较能够理解。总之就是只要未成年人7岁到18岁这中间你触法了，你进来了，那你就会必须进入到我们这个少年司法的体系里头，用比较特殊的法律来处理。为什么要比较特殊呢？因为立法者相信一件事情，一个还没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或者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心智上成熟的人，他总是会做错事吧？那如果他做错事了，我们只用刑法法律的处罚方式来处罚他，那这样公平吗？什么叫刑法法律的处罚方式呢？刑法有哪五种？公民可能也学过，拘役、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就类似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单纯只是用刑法的处分方式来处罚这个触法的人，那公平吗？当然，立法者认为不公平。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我们有一个少年事件处理法诞生了。他会用另外一套程序来处理，好，帮我拍下一页。那一定要触犯刑法法律才会进到法院吗？你们觉得呢？所有的刑法法律，你就把它想就是，比如说刑法啦、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啦这种，好，就是一定要触犯了这一些法律才会进到法院吗？再来看，认为是的，请举手。好，大家都认为不是，很聪明，确实不用，不是一定要触犯刑法法律才会进入到法院哦。帮我按下一页，再下一页。为什么？因为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三条讲的非常的明白，这是全世界最基本的法律。他说哦，第三条的第一项里头谈到说，少年有触犯刑法法律的行为的时候，当然就是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譬如说你触犯刑法，常见什么？譬如说伤害罪啊，然后窃对，然后窃盗嘛，然后。过失伤害很多，譬如什么什么条头犯、骑摩托车然后不小心撞到别人，很多这种过失伤害我们也很常见，然后打人的也很常见啊，那个伤害罪也很常见啊，强盗我们也还蛮常见的，然后吸毒的也很多。哦，只要你今天触犯刑法法律，基本上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由少年法院来处理之，就是他就进入到少年司法体系。可是还有第二个情况之下，就是所谓的疑犯。他说：“哦，少年有左劣情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环境而有触犯刑法法律之余，什么叫之余？触法了没？还没。对，没有错，还没有触法。是你要触法，但还没触法。那他列出了7点，就总共有7目，这7目就是所谓的余犯。第一个情况就是指说有经常与有犯罪事情之人交往，那再来就是出入不正当场所，然后再来是逃学逃家，再来是参加不良组织。”或者是没有正当理由携带刀械，再往下是吸食或施打巴拉巴拉巴拉以外之迷幻物品，这个很有趣。第6点在谈的是什么？我们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其实很明白，它就明文规定说，如果你使用一二级毒品是有刑责的。当然，你初犯的时候，我们把你当病人看，可能就是先观察乐戒啦。啊，如果5年内再到，我们才会给你判刑。可是30级毒品没有在刑法里头被规范哦，那是属于行政法的部分。
什么叫行政法？就像你闯红灯开单一样，那叫行政法。我给你一张红单。如果在座各位都满十八岁，你今天去拉 K 会不会怎么样？不会嘛，你有钱你就去拉嘛，你就 CK， 然后你就自己去自首，然后警察就会给你一张罚单，初犯两万，再犯三万，然后顺便叫你去假讲习，你要去接受一定时数的那个毒品防治的讲习。如果你今天满十八岁了，你去吸食三十几毒品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好，可是因为你今天未成年，如果你去吸食三十几毒品，会不会有一天你就进阶到一二级毒品？这是立法者的用意，他们认为会，就跟前面提到的与有犯罪习性之人来往一样。我又没犯罪，我只是跟一个有前科的人在一起，为什么你要国家要介入这么多啊？国家在意的是什么？你跟这个经常犯罪的人在一起，会不会你一起犯罪？会不会有别人利用你犯罪的问题？所以国家非常鸡婆，连这个都要管。出入不正当场所也是，我上次办了一个少女哦，她被移进来就是那个出入不正当场所，去哪里？酒家。那酒家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出入酒家有违法吗？还是徐老师讲的，确实没有一条法律，刑法会规定说你未满十五岁不能进入酒家吗？没有吧，对，不可能。OK， 可是少司法有规定。好，就是说，其实今天所谓的余犯在谈的是，他是害怕，这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我害怕你触法，所以我在你还没有触法之前，我先介入。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争议点，不过我先把第七点讲完。第七目在谈是说，有预备犯罪或犯罪未遂而违法所不罚的行为。什么叫做这种行为？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的刑法会处罚伤害未遂吗？不处罚。什么叫做伤害未遂？比如说我今天打给你，挥空没打到，未遂。没事，你咬我，我没有事，你有伤害未遂吗？刑法不处罚。可是青少年呢？你如果今天在学校里头看到一群孩子，有孩子结群成党要去打某一个人，结果突然间顺道左右发现你们在干嘛，然后所有人就一哄而散，这些孩子会去打别人，我是把他关掉了。对。这些孩子会去打别人，你要跟我说他背后没有什么东西，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怪怪的吧？如果我都不处理的话，所以其实那个违法所不罚在谈的是这个，就是如果我知道这个孩子有一个行为已经快要触法了，只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而没有触法，而我们认定这孩子可能在他的性格或他的环境当中有可能会触法的时候，我们就先介入，所以这是一个预防措施的做法。那当然，这个措施的做法，它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争议性的东西要讨论的是，国家的介入，我们的这个强制处分到底可以介入到多深？这在谈的是一个人权的问题，所以请帮我点超链接好不好？我在那个逃学逃家那边有一个前置，帮我点来。不对，给我回去。对，这个没错。好，大法官释字讲的非常非常非常明白，44664号在谈的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里头。他会谈那个什么第三条、第二款、第三目指的就是逃学逃家这一块，对这一幕。然后后面再谈的那个42条跟26条的问题，其实在谈的是那个强制处分，也就是拘束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的合法性的问题、适法性的问题。大法官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一个会逃学逃家的小孩子，他什么都没做，可是为什么要被关？那是因为一群大法官他们就看过少管所，就看见说哇，这个环境怎么这么糟糕？我们可以把国家未来的栋梁全部放在这种环境里头，变得更糟吗？当然不行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不能够随便把人关起来。当初的立法者为什么会把逃学逃家放在这个法条里头？我问你哦，一个逃学逃家不回家不去上学的孩子，他在外头能做什么？他要怎么过生活？钱从哪里来？我手里头有很多逃学逃家的小孩子，其实他到法院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窃盗7件、8件，甚至可能会去卖毒品，甚至可能会去偷东西，都有可能。没办法，因为他在外头需要生活嘛。那一个14、15岁、16岁的小孩子在外面，谁会去接应他？当然可能就被关派吸收了，也很难讲。这是被一些贩毒集团吸收了，或者被诈骗集团。我们还遇到蛮多小孩被诈骗集团，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做枪手，就很多啦，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所以当初那个逃学逃家被列在余犯的这个范畴里头，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说，一个逃学逃家的孩子，他没有正向的依附对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机关，或是没有一个小孩子在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没有接受义务教育，或者是他的家里头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庇护、教养、关照的功能的时候，国家可能就有义务进来关心这孩子可能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可是，在法官持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说一个同学当下孩子不能够去关他，所以我们不能收容，我们不能够感化教育。帮我点那个26条好不好？
对，而是没有谈，其实在谈的就是双融的问题。很有趣的是这样子，我们的所谓的双融，就像大人所谓的羁押，就是我们会暂时的把孩子放到少年关护所里头去。早期的做法，在664号释字还没有出来以前，老实讲，有一些前辈他们在处理逃跑下孩子，就是很暴力。你只要今天孩子不乖来，我就先关你一个月，你就怕了就会回家，就会去学校。当然，这个措施它有背后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做讨论。那现在这个做法是我们已经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了。为什么？因为收容的要件跟羁押不一样。羁押要件，我等一下后面可能会有羁押要件，我们等一下再来谈。好，我今天先把它跳，你帮我点26条上面那个标题，然后再帮我点664号标题，我会回到对，回到这边。好，所以我要谈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上司法里头有规范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只要你触犯刑法法律就会进来法院了，以及如果你今天有逾犯行为之后，你也会进来法院。但是现阶段我们对于逃学逃家的处理几乎不处理，好，因为逃学逃家进来，我们其实大部分的法院都不负审理掉了。为什么会不负审理？是因为第一我们不能关嘛，那不能关，其实我们的作为也非常非常的有限，在法院里头，大家期待法院能做辅导的工作，可是不要忘了，今天法院毕竟是执法人员，哦，那这中间其实牵涉到一件事情，叫做系统性的合作，我等一下也会谈，法院如何要必须要跟教育机关、跟社会福利单位去做一个合作，那个系统，甚至是医疗体系，如果这个联络网、这个合作的关系如果拉不起来，其实所谓的青少年的这个辅导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好，帮我按下一页。所以我必须回过头来谈一下少年事件处理法第一条的规定。他说，为了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长，调整其成长环境，矫治其性格特质等等。什么叫健全自我成长？这是在法条里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叫做健全自我成长权。就是说，可是什么叫健全自我成长？我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都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小孩子他不喜欢念书，那我一直强迫他就是在学校里头念书，那他有没有健全成长？好像我们在为他好，对不对？对，或者说国中好了，国中就是义务教育，他就是不想念书。那他或者他就是在学校一直抽烟，然后被记过，然后也可能没有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不断的违规。那我们要介入到什么程度？法院应该用什么角色来面对这些孩子？其实我最常接到的电话是，很多的教育人员希望我们来处理这些小孩的偏差行为。当然，这背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偏差行为需要用到强制处分来处理。我曾经很好玩，接过一通电话，是因为那个小孩子染发，小孩老师就说你会把这孩子送去关几天啊？啊，不要怀疑，真的这样问题。当然，那个小孩在学校是因为他可能真的坏透了，比如说他跟老师之间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其实很多教育人员对这孩子已经失望，就是我觉得我三尽各种能事，我打也不行，骂也不行，记过你也不怕，那怎么办呢？只好指望法院来做一些什么。所以其实，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背后的信念可以做讨论。可是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啊，什么叫做健全自我成长权？我这边我来穿插讲一个故事好了。我有一个少年从15岁开始养活自己，那时候他算童工。他这个小孩子的身世比较特别，是这样子：他的父母亲离婚，然后，我想一下，爸爸人间蒸发了，联络不到，报血寻了也找不到人。然后因为他很早以前妈妈就离婚，就不要他了嘛，所以其实妈妈也都没有再有来往了。那这个小孩子有阿公阿妈，可是阿公阿妈年纪很大。那这个小孩其实很特别的是他其实是有功能的，身高很高，大概180嘛，体格非常好。他在学校上排球当就是那个校队的队长这样。可是因为他的个性比较冲动，啊，你能想想看他在隔代教养的环境当中长大嘛，其实有时候阿公阿妈也比较不会去管束这个孩子在校外的行为。这小孩也其实不爱回家，反正就在外面留恋。那因为他的体格非常的好，站出去有体型优势。他光15岁就已经180了，你能想象吗？14岁就这么高大，然后大概80几公斤，然后就非常的壮硕的体格这样。所以其实多多少少就容易被一些地方上面的角头吸收。吸收之后呢，因为这个小孩子什么没有，你知道吗？什么最多？幼小恶。什么叫幼小恶？就是幼小恶，就是很有胆识。他今天跟别人冲突，那因为他的体型好，然后加上他的胆识非常的足够，他后来进来的法院的案件是一个过失致死。当然，当初他的案件是光是按他的那个过失致死审了半年。其实照理说，两个案件啊，一个叫过失致死，一个叫杀人，因为他杀人未遂，因为他把一个人的脑浆打爆，对方后来就是躺在加护病房里头。
然后后来他就那个又有另外一个案件，是他骑摩托车撞死一个人，所以他总共就两个案件进来。最后的认定没有用杀人罪来定他，因为如果用杀人罪定他，后来他是必须要被移送检方的。那因为那个案件不是我处理，我接手的时候是他已经交付保护管束了。我只知道我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读他的历史，我调阅所有他在司法上经历过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调查报告跟他保护管束执行的状况，我知道说其实这孩子当初他被收容了半年，收容半年是抵极限的。少司法的规定要关一个孩子，暂时性的收容最多就只能半年了，不能再更久。好、哦，那个孩子被收容半年，然后就反正就在接受保护管束了。那这个小孩子，因为他非常的叛逆，他后来真的就是觉得，因为反正也没有人爱他了，阿公阿妈看到他都看到鬼一样，或者什么，因为他撞死人了嘛，他撞死人以后赔到赔偿的问题啊，有一个民事损害赔偿的问题，加上他摩托车撞死人，因为不照驾驶，那个强制险也不理赔。强制险会把你垫，可是你还是必须把那个两百万还是要还给那个保险公司。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十五岁开始就背负好几百万的债务在他身上，没有人要当他的法律代理人。当然法律上面有损毁，他阿公就是他的法律代理人，可是他的家人没有人，就是没有人要理他，所以他从十五岁开始必须养活自己，然后吃槟榔、喝酒，晚上很晚回家才会有事。他其实保护管束我一定会要求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稳定的工作嘛。那你要有定时的晚上要跟我回家，他都跟我说他要回家。直到有一天我去家访，大公就气冲冲的告诉我说：“这个孙子骗我了，就是都把家当旅馆了，都不回家睡觉。”我想说：“哇，那这孩子都要骗我。”然后之后的一次报道的时候，那个小孩跑来就来跟我讲说他老板说要帮他租房子，住在麦寮，因为他每天从水林乡骑到麦寮，这样子往返交通骑摩托车大概快要一个小时，他每个月会有七八张的罚单。等于说他赚的钱都在缴罚单的，所以呢，他的那个老板就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就帮他在麦寮租了一个房子，要让他住。我心想说，真的假的？给他帮他租房子，然后让他住在那边。后来我就去跟他老板确认嘛，我还去查那个公司的营业登记有没有合法，老板有没有前科，就是稍微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那个老板还算正常。然后这个小孩子他就是后来就到麦寮去工作了。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今天能够老老实实的在工作，因为他国中已经毕业了啦，没有继续的升学，那他只不过就是晚一点回家，他只不过就是爱吃槟榔，把嘴巴吃得脏，就是很脏，然后又他也会喝阿 B， 就是那个保利达 B， 十五六岁，然后把自己弄成这样子，就是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看起来很操劳，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都晒太阳了，然后牙齿都黑黑的这样，有时候就想说，如果他今天只是这样子，那。他就是乖乖的在过他的生活，一个十六岁可以养活自己的孩子，我需要在法律上面去要求他什么？我后来开始去定一件事情，这个他就是在做一个健全自我成长，那就是他在他的环境处境当中，他在健全自我成长，不是吗？所以其实对他，我觉得我的保护管束对他还是蛮宽容的啦。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那这边可能要稍微补充，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保护管束是什么东西。所谓的保护管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的现行法律里头在规范这个像我们这样职务的人，以前叫管护人。尤其在民国86年修法的时候，就有分少年调查官和少年保护官。少年调查官负责做就是青少年犯罪的调查。那个调查工作的内容很特殊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做犯罪事实的认定，那个是由法官来认定。我们在做的是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会触法？为什么是他不小心触法的，不是他？那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触法？我们在调查是他为何触法这件事。那少年保护官在做的工作是什么？他就是在执行处分，譬如保护管束。什么叫做保护管束？保护管束就是固定3年期间，他立即跟法院报到，然后保护官就会要求他一些应遵守事项，譬如你可能要就学、要就业啊。你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发劝导书。那劝导书累积到一定的量，就可能会被关到少管所去反省个几天。严重的话，就会撤销让你去感化教育。那什么叫感化教育？感化教育是在一个特殊教育的场所，比较像军校，它里面一样有国中、高中的学程，然后甚至有一些记忆班，然后让那些还在这个求学阶段的孩子能够在那边完成他的学业。那当然了，那里头的教育方式也比较严格，因为毕竟里面全部都是触法的孩子，就是他们就是一些比较在性格上面比较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的孩子，所以里面也比较高压，大致上是这个样子。那除了这个处分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说有啊，安置辅导。什么叫安置辅导处分？如果这个孩子他的触法，
跟他的原生家庭有一些绝对关联的时候，譬如说家里头没有办法照顾他，乃至于他不得已只好去处罚。遇到这些状况，家庭状况真的很凄惨的这种小朋友，我们可能就会透过强制安置的手段，这是司法安置哦，小孩子不能说不的。强制安置的手段把他放到一些社会福利教养机构里头去，然后有谁付钱在养他？由法院付钱。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少年，他也是父母亲离婚，然后爸爸癌症末期，然后他没有其他的亲属。这个孩子也没有钱了，因为他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就是爸爸的保险金。然后就这个爸爸很不会想，是他每天都在喝酒，他就喝酒，然后病发之后就去领保险金，然后出来出院以后再喝酒，然后病发然后再去领保险。他们家的收入就是靠这个，所以那个小孩子就在外面偷东西嘛，因为肚子饿啊，肚子饿只好偷偷偷偷偷。你抓到这个小孩偷窃的孩子进来，你觉得关他有意义吗？他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家庭嘛，没有饭吃，他只好去外面偷啊。那这个孩子的话，我们就把他放到家庭中心去了，就透过法院的强制安置，让他到一个福利教养机构去。他当然是中间很多抗争啊，因为爸爸懂嘛，好，爸爸觉得我把他孩子带走。好，那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的基础在哪里？就是少年的基本自我健全成长权。我们当然也在犹豫一件事情：抽离原生家庭所造成的损害，会不会比我们把他安置到那个机构还要更高？那个和平的问题，我们也不断在思考。那还有一个处分叫什么？叫做家日生活辅导。很有趣，什么叫家庭生活辅导？每个我们就是法院会安排一些课程给一些比较犯罪比较情节轻微的少年，比如说加强他的法治教育，然后法治观念、生命教育、道德教育，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有时候我们就请一些心理师、社工师、法医、检察官 ，anyway 一大堆有没有的，或者是我们也请一些退休的校长、老师来谈一谈一些，反正跟孩子去分享他们的一些生命历程，这样就是也是有这样子的课程。所以其实少事法里头规范的那些处分，从假日生活辅导到安置辅导，到保护管束，到感化教育，你都可以发现有没有跟刚我提到那个刑法法律处分方式很不一样的，好，跟一般的刑法的处置方式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功能是在什么？是我们希望是可以重新再教育这群这个不小心触法的这些孩子。好，帮我按下一页。那这样子的思维就是我第一点所提到的国家性权主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思维在谈的是什么？是如果今天一个孩子他的家里头跟他周边的系统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滋养，乃至于他触法，这个时候国家有义务出来当他的父母，所以是亲权，看到亲父母、父亲、母亲的亲，就是国家会出来扮演你的家长，然后我来重新教育你，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所谓的我们前面刚看到那个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诞生。好，他的催生是在这边。然后刚才我可能漏讲了一个东西，少年调查官的工作很有趣，他必须要做调查报告，然后他要建议法官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给这孩子什么处分。如果今天是一个成人，我今天打人了，那打人以后，你如果这个构成要件该当，你打人的这件事情被检察官认为说啊证据足够，我就起诉你了。法官也认为说确实有打人，那我就判刑，然后给你一个人处分。这个是从这个成人的刑事诉讼法的方式来做。可是如果少年呢？我们如果今天三个人打人进来，我刚刚说过啦，我们今天的评断方式是我们要思量的是为什么你触法？那你触法的原因跟他触法的原因不一定一样，因为你们的家庭不一样，你们交的朋友可能不一样，所以调查官就会去找这孩子的生命史、医疗上面的、教育过程中的、家里头的人际关系的，他就会开始去分析他的周边系统是不是有很多的风险，然后给他一个适当的处分。所以调查报告在决定这个孩子的处分。好，这个稍微补充一下，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好，帮我按下先例权。先例权是少事法27条的规定，只要今天有未成年人他触法，那少年法庭跟法院他就会有一个事先来议论这个孩子的所有一切事情的权利。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哦，如果今天有一个诈骗集团，里面有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被警察破获了，然后警察把这一票人全部都带回警局里头去做笔录，然后检察官可以他全部案件都移送给检方，检察官可以一并把这些所有的人都一并起诉吗？可以吗？当然不行，我刚说过了，少年法院有先例权啊，在检察官你起诉之前要先经过哪一关？少年法庭或少年法院这一关，所以呢会由少年法庭这边先接手来了解说这孩子的状况是不是真的有严重到必须要移送给检察官，甚至要起诉判刑这样子的做法。所以27条里头就明明白白的讲了两个情况之下是一定要移送给检方的。第一个是什么？如果今天这个少年他犯的罪是最轻本刑5年以
上有期徒刑的罪的时候，譬如什么，最常见，我最常见的就是什么，贩卖 K 他命，只要是三级毒品，你贩卖就是五年起跳的罪了。像这种罪就是一定要移送给检方的，连我们不想移送都不行。那再来有什么？我们也还蛮常见的强盗，强盗罪也是五年起跳。好，其实我就是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只要今天在我们少年法院这边，我们的调查过后，然后法官有认定说你的犯罪事实确实已经构成一个罪轻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移送给检方。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当这个事件细数法院之后，你已经年满二十岁了，譬如说你已经满二十岁了，可是你今天在十六岁的时候做了一件触法的行为，然后被法院这边知道，我们看的是你行为时的时间，不是看你的实际现在的年龄。你行为时如果你未成年，那你就会适用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少年刑事案件那个篇章里头的程序，懂我在讲什么吗？好，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现在手边有一个保护管束的少年，年纪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在十六岁的时候，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因为杀人罪然后被判刑。那现在假释出来，假释出来以后，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在我们的行政规章里头，他没有列在这个法里，这是一个执行的，有点像是行政命令了。我们跟检方那边的一个默契就是说，像这种少年犯的保护管束是由我们来处理，因为他当时触法的时候是未成年的，所以他其实他现在成年还是由我们这边来处理。OK， 那这两个情况之下是一定会移送检方的，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如果今天他犯的罪虽然没有到达这个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是他的其他种种的因素让我们觉得说他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也是有可能会移检的。比如说我们曾经遇过一个案例是，那个家长跟孩子的配合程度非常非常的糟糕，那我们希望用保护处分来处理，可是他们一直不配合。比如说他拒绝来开庭，比如说他开庭的时候态度非常的傲慢，比如说配合状况真的很不好，然后那个小孩子也是就是即使经济来法院还不断的在犯错，不断的在违规。后来那个案件在家长一直极度不配合的情况之下，那个少年法庭的法官是直接把案件移送给检方，就说好吧，既然我们要保护处分处理，你也不要，那我们就让检察官去起诉吧，看你未来的处分是什么。这样也是偶尔会遇到极少数这种特殊的状况。那可是有一个大前提要注意哦，就是说少年犯罪未满十四岁的时候不适用这个二十七条，因为二十七条在指的是什么？是我们要把案件移送给检方。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的刑事责任几岁才开始要负责十四岁？所以如果今天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孩子杀人了，可不可以移送检方？不行。确实，我规范是这样子，因为他不能够用刑法来处置，可是他可以用少司法来处置，所以他最严重的话是什么？还是有可能被送感化教育。可是如果今天他年纪很小，送感化教育，你觉得对他来讲是绝对好的吗？也不尽然。我们手边有遇过最小大概是九岁、十岁被送感化的吧？好，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案件是公共危险，那个孩子好像不知道放火烧了几个房子，很多洞，包括车子，所以他马上被判，他就是被感化了。可是对于这种孩子，你把他丢感化院，其实我觉得他。当然了，当时的调查官一定有一些他的考量。哦，我不是那个案件的调查官，可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衡量这个处分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美眉干干真的要注意。我等一下也会谈一些案件的问题，帮我按四七表，对，没错，帮我按一下少年事件的处理流程。我看那个少年结坏掉没？因为我们后来另外把档案分到电脑里头，不知道他无法开启。那你帮我看另外一个档案，不是外面跳出去资料夹里头有没有另外一个档案？我有 mail 过来。总共两个档案，一个是 PowerPoint， 一个是 PDF。PDF 有。对。对，就是这个。啊，可是很不清楚，对不对？你帮我按下第二，对，往下一页，好，啊，可以，可以，好，好，好，我看一下这页，再下一页，好。你帮我往下拉，就再往下拉，我们用另外一个体系图来看比较清楚。好，你帮我往下拉。好，先停在这边。七到十二岁少年如果触法了，就会进来我们这边处理。可是我们不会处理儿童的逾犯行为哦。儿童逾犯行为不处理，只处理儿童的触法行为。所以我问你们，如果今天一个十岁的小孩子吸 K 他命，国家司法机关会介入吗？不会，因为我刚说过了 ，K 他命是三级毒品，是属于逾犯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处理。这是七到十二岁，只处理儿童触法的。这个行为，那少年的部分，十二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是逾犯行为跟触法行为就会处理。好，当你今天是少年的时候，这两块就会处理。
一旦你有这样的行为被移送到我们的这个法院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审前调查。审前调查就是少年调查官的工作了。在开庭之前会先进行审前调查，了解这个小孩子的成长史，包括他的疾病有没有疾病史，他的教育史，然后家里头的成长史，他的家里头的关系，跟这个小孩子在地缘上的社会关系，可能这些脉络都必须要先理清之后，才有办法知道这孩子需要什么样子的协助。好，这是审前调查在做。然后往下，好，不对，就是往下拉就好。对，然后审前调查下来的时候，你看哦，如果今天是最近本刑五年以上的罪，就会把移送给检方的。好，那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你往上了吗？还是我要看的不是这张图，我要看的是，对，应该对是这张。好，审前调查之后呢，他就会进入到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要审理或者是不审理。如果你今天进入到开始审理，那当然接下来就会有一些处分。如果你今天不付审理的情况之下，有两种，一种叫得不付审理，一种叫应不付审理。应不付审理就是绝对不能够审理，譬如什么，他没有保护主观的原因或其他不应审理的理由，比如说这个小孩子明明就没有犯罪事实啊，搞一场乌龙，我们就是一定是不付啊，把他不付审理掉。我们前阵子遇到一个状况是这样子，有很多的警察为了要分数，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快筛，用那个快筛试剂，你们知道有一种快筛吗？学校里头都有那种，从来发现会那种像试剂一样的，像验孕棒一样的东西，然后滴三滴尿下去，然后就一几条线跑出来，哦，跑出几条线代表你有吸 K 他命，或是你有吸安非他命，他们就用这种快筛试剂的方式就移送了，只要我看到有阳性反应，我就移送。然后这样的移送过程当然是有瑕疵的啦，因为我们法院在认定证据的时候是用正式的化验报告。就是你给生技公司，然后那个就是做很精密的、很精细 的分析，确定说你真的有毒病，我们阳性反应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来定你的罪。可是警察用那种快筛的方式就把案件移进来了。我们后来如果发现说他的正式的尿液结果是没有毒病反应的，那我们就一定是不负审理，这叫应不负审理，因为他没有吸毒嘛，怎么可能还给他交付审理呢？对不对？好 ，OK， 那这个是应不负审理的情况之下。那有一种情况之下是说情节轻微，以不负审理比较适当的时候。什么叫情节轻微？其实我也办过一个案件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小孩子，他大概，他案件被发现的时候是大概在高二的时候，然后他在国一还是六年级，我有点忘记了。当初因为那时候有些早期流行 blog 嘛，对不对？就是那个很多人为了需要一些点阅率，有些小孩子有些虚荣心，他想要人家去点他的那个网志，所以他就在他的网志里头挂了一个外挂软体，是游戏的外挂软体。比如说他们的同年龄里头，大家在玩的一个网络游戏，那可能有某一个外挂软体可以得到，就是在那个游戏当中可以有一些比较容易取得某一些宝物的一些东西的一个外挂的，对。他就把这个外挂的东西呢，把它挂在他的那个他的网志上面。结果事隔多年之后，他高二的时候，那个软体的版权公司发现。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你侵权，而且你那边我这样点阅率有好几千，那我代表什么？代表我本来可以卖出去的东西，好几千个人都没有来跟我买，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著作权法，就是违反著作权法这样子的状况，对方就是要告这个小孩子，然后他就进来了，然后进来了以后呢，其实那个爸爸，因为那个他们家其实都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啊，那爸爸就有点在左右他的儿子说，啊，你什么不要讲啊，这个是不可以承认的，不能干嘛。那个对方那个版权公司的法务人员看到就很不爽啊，就说：“哦，你这爸爸怎么教小孩的啊？你孩子做错事，你还叫他就是否认他的犯行啊？”所以那个过程当中非常非常的僵持，就是对方有律师，然后这个孩子的状况也有律师，就是大家在那边攻防说一定要给这个孩子处分，因为这个孩子的状况真的很糟糕。可是你知道，其实我们调查过这个小朋友，他从小到大没有任何的违纪的记录，哎，从小就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他今天就真的只是不小心，他也不懂法律的情况之下，把那个东西挂在那边。然后后来事后他也赶快把它撤掉，发现这个东西是触法，他赶快把它撤掉。所以，我们今天在期待、在看的是说，这个小孩子他有没有所谓的可期待性？他如果今天我们的司法介入会影响到他的未来，那我们的介入就必须要截止。虽然《少年事件处理法》里头有前科涂销的规定，哦，只要处分结束后三年就涂销。不是十八岁涂销，很多网络上，很多报章杂志的记者都乱写一通，什么少年十八岁前科涂销，那我的少年每个都比那些记者厉害，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处分结束后三年才涂销。大部分的处分都是大部分的规定是处分结束后三年涂销，还、啊、有一些例外哦，比如说他有一个转介处分，有一个转介处分是两年后涂销。那我刚刚回到刚才那个案例哈，那个少年其实他的犯罪行为真的不重，说穿了就是把欠人家的钱还一还嘛，对不对？你今天被侵权了哈，人家家里头也是有钱的，那就把你当初侵权多少，这个是计算得出来的。好，别人点赞的点阅那个点阅率多少，也许真的有被侵权了，好，那你爸爸他们也愿意把这个钱返还给那个版权公司，那真的要处分这个孩子呢？之后来觉得没有办法，然后在这个僵持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跟对方的律师真的是就是在说出来就是敌对的立场。不过后来我们还是说服了对方，我们不愿意给这个孩子更多的处分。可是今天我们后来有一个共识是要教育谁？教育那个孩子的爸爸。所以后来很好玩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交付审理。我们这那个案件很特殊的是，我们后来交付审理了，可是我们用训诫处分。什么叫训诫？就是法官骂一骂就好。训诫处分执行完，然后当场就是处分就结束。可是因为他交付审理了，训诫处分一样有三年前科的问题，好、哦，还是一样要罚三年。可是因为他交付审理之后，他可以走另外一个，你往下拉，我看他下面有那些，不是，就是往下拉一点点就好。好停，因为这边没有写到我补充的，直接在这边说明了。我们这些的所有的处分可以再附加一个处分，叫什么？叫做亲子教育。所以后来就是给那个爸爸一定的小时的亲子教育，因为他确实教了孩子去否认犯行这件事情确实是不对的，哦，重新去教育他的父亲这样子。好，帮我再往上拉一点点，我要讲不负责任。这边，如果今天他犯罪，我本来预计走的是这个，因为那个真的是一个小事啊，老实讲，就是一个。商事法上的问题嘛，民事上的问题，你钱赔一赔就好了，好不好？可是因为对方不要，所以我们后来就用很轻的处分。那也有一个状况是这样的，你如果今天情节轻微不负审理的情况之下，他就必须会进入到其他网站，还是会有一些附带的处分，叫什么？转介给一些那个相关的机构去做辅导，或者是交给法定代理人去严加管教，甚至是告诫处分。告诫是谁告诫？少年家法官告诫。转介辅导，我稍微说明一下。上次我办到一个案件，那是一个唐宝宝，唐氏症的孩子。唐氏症的孩子，他的智力发展可能稍微比较缓慢。那他在学校里头，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头，因为他摸了一个同学的那个生殖器官，然后被老师知道，因为教育人员有义务通报嘛，哦，有发生那个发性自主的行为，有时候必须一定要义务通报。他就说义务通报，然后妇幼队进来就把案件移送进来。可是你一个唐宝宝，你要管他吗？你要管管束，还是要训诫，还是要那个没有意义嘛？所以后来怎么样？我们就走这个转介处分，把他转介给他现在所就读的特殊教育学校，然后同时我们也把社会处的人找来，把他的老师找来，然后大家共同一个辅导策略。后来就把案件不负审理掉，直接转介给他。所以其实不负这个这种得不负审理的意思是说，你确实是有犯罪行为的，可是，在自由裁量的范畴内，我们认为以最小伤害、最小介入的情况之下，对你的未来比较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会选择这种方式。当然有一些是交给家长人家管教，而前提是什么？家长要有功能。通常遇到家长没有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告诫处分，因为有的家长真的不行啊。通常告诫谁啊？也在告诫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你哪囡仔过礼拜吼，然后叫高礼拜很乖哦，我们只能这样去告诫他。”那这边的处分大概就是他有一些附带的处分，就是命少年向被害人道歉啊，立悔过书啊，然后负担那个民事损害赔偿啊。当然这个我就不再讲。那刚才我其实都已经把这几个处分的内涵讲过，然后所以帮我跳回本来的那个。这是大概的流程，整个少年司法的流程大概是这个样子。你帮我点一下标题，他回去是哪里？那个美妙之处那个，对吧？没错，没错。那你帮我点回去，对，对不对？回去。好，就这边。你帮我点这个羁押。收容跟羁押很大的差别在这边哈。刑事诉讼法第101条里头，在谈羁押的时候，他在讲的是说，经过法官讯问后，认为犯罪嫌疑重大，然后他有逃亡、灭证，或者是那个重罪的情况之下，在必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羁押一个人。好，帮我按回去101条是标题。然后刚才记得前面我们不是有谈到收容吗？可以帮我回到之前收容那一页吗？我超越前面的收容，帮我回去。我们收容的要件是什么？保护少年的健全自我成。不是，在往上一页有一个收容，对这边，你看到、啊，命收容与少年关护所，但以
不能折复，或以折复为减不适当而需收容者为限。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收容一个少年的时候呢，依据只有这两个，叫做不能折复或折复减不适当。折复是什么？就是把小孩子给你给父母亲带回去，或给他的那个现在保护少年之人带回去，这个叫折复。你有没有发现，要收容一个小孩子，这个裁量权非常的大，法官只要认为说折复不宜，我就可以直接把你收容起来。所以少年法庭的法官是必须要经过另外一批训练，他必须另外受过训练，他理解青少年的状态，理解这个少年之间的处理法的精神，他才有办法来处理。如果你今天是单纯站在刑事处分刑庭的法官来审判这种业务的时候，我跟你讲，100个少年该收容的会有99个全部放掉。我讲真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常有一些少年，譬如说他可能有案件在身上，然后已经累犯了四五犯了，可是他家里 hold 不住他，所以他就只能在外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好不容易我们协寻到案了，协寻就是通缉的意思，协寻到案了，然后可是晚上值班的不是少年法庭的法官，是一个刑庭的法官。刑庭法官就会用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刑事诉讼法的羁押的要件来审核，也就是是不是重罪，有没有逃亡灭证之余，假设他承认了，我有通缉，我知道，你会不会逃跑？我不会，我会回家。好，法官就把他放走，然后从此以后他再流浪了三个月。然后中间在创造毒品，超多的案件，每次都这样。可是我今天是少年法庭的法官，我跟你讲，看到这个小孩子的状况，只要一看他的前科资料一掉，马上就收容起来了啦，不会让他再继续外面流浪了。可是这不是说刑庭的法官做法不对，我也不是要说收容一定是对的。我要说的是，有时候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条件、现有的理解的框架之下，做一个我们认为相对对这个孩子比较有利的处分。当然，这个相对有利是指这个当下。我也不敢跟你保证说，你收容起来，对于他十年后产生什么蝴蝶效应，当然不可能。可至少不可能让他在外面继续流浪。OK， 麻烦我回到后面，再往下一页，再往下一页。好，上一页，这边再上一页。这，我们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跟大人的刑事法典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的调查审理不公开。好，你如果刑庭，你可以去预约说你要去旁观审的，你可以去旁听的。可是少年法庭是绝对不公开的，因为我们要保障少年的名誉。然后我把几个东西特别讲出来好了。保护处分绝对不能超过三年。哎呦，这个很重要，少司法六十七条。不起诉处分在谈的是什么？是说，因为我们剩多少时间？我看一下，我九点以前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讲完。好，那所谓的这个六十七条在指的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少年他被我们移送给检方。可是检察官如果认为说这个孩子的所犯罪行没有严重到非得起诉不可的时候，在符合一定的法律要求情况下，他可以再把他打回来给我们，懂？他可以再送回来给我们。那还有一个东西是，那当然了，如果他送回来给我们，然后少年法庭的法官认为说你还是得受刑事处分才对的时候，再打我们再把他送回去，检察官就一定要起诉了。好，这是有一个例外资格。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我也一定要提的是这个。74条的规定，有一个免刑及预知保护处分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子他被移送检方，然后检察官也把他起诉判刑了，起诉了，还没有判刑，他也把他起诉了。起诉之后会由谁来审判呢？会由少年法庭的法官用少年刑事案件的程序来审判，不是成人的刑事，不是用成人的刑事诉讼法，是少年刑事案件的程序来审判。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法官也认为这孩子就是他的犯罪真的是情诉可悯，那他也可以依这个少司法74条的规定，就是我免刑，我不要给你判刑，那我会给你保护管束，我会给你保护处分。所谓的保护处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四个：训诫、保护管束、家庭生活辅导跟安置辅导、感化教育，就是这几种。可是他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像这种74条。免刑的小孩子是不能够用训诫及家庭生活辅导，因为训诫跟家长太亲了，绝对就是一定是安置或保护管束或是感化教育。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两条规定？像我想刚才的那个先义权27条，这个立法者在设这个法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些观念是在讲说，如果这个小孩子触法了，我们应该要多几道程序去预防这个小孩子真的跑到司法体系里头来被刑事处分。所以他有一个少年调查官的设置，你有没有发现他在协助法官，不只是认清那个犯罪事实是什么，还去厘清他为什么犯罪。
然后这一条67条在死的是说，我们如果不小心把孩子移送给检方的检察官，还可以把他送回来给我们一次，他还有一次活命的机会。那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又被起诉了，至少那个少年法庭的刑庭的，在那个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少年刑事庭上面在开庭的时候，他还可以有最后一次的保命的机会，就是我不判你刑，可是我用其他的处分来处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很害怕，不小心把一个孩子真的送进去关，所以他多了好几道程序去保障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部分。好，这个是比较注意要说的。然后再来就是前科涂销。好，我刚才提到了，大部分就是处分只做三年涂销，然后有一个转介处分是两年后涂销。再来就是亲子教育，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孩子如果触犯跟他的家里头的父母亲教养疏失有关联的时候，我们也会连带处分他的父母，有8到50小时的亲子教育课程。然后如果他不来上课呢，就处分喽。怎么处分？3000，对，我们会有罚款，那3000到10000的罚款，得连续罚无上限，甚至公告家长的姓名。可是基本上我们不会走到这边来，因为大部分会让就进来的小孩子的家庭都非常的穷，他就算今天要缴扣押，我们也扣押不到什么东西。好，换我下一页，再下一页。OK， 所以我这边我可能会谈几个故事，没有人要签不全的那15年岁的少年，就是我刚才谈到的。那我想要讲一个比较，这一句话是我的少年告诉我的。我有一个少年，他女生今年刚满18岁，然后他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他们家里头父母亲离婚，他家是很特别，他们家的兄弟姐妹总共4个人，都同母异父吧？不对，同父异母，然后每一个人的妈妈都不太一样，然后他有一个我的少女，她的舅舅年纪只大他1岁。反正是一个家里头是一个结构比较跟一般家庭比较不一样，那当然他的亲子之间的互动就是相对的很疏离的，所以他的父母亲其实按照他本身也是一个犯罪者，就是不断在进出监狱监所。然后妈妈因为后来他也必须，妈妈又后来又改嫁了，因为不会有离婚的啦，所以就说这个孩子其实是在一个没有所谓的家庭的滋养当中长大的小孩。那中间他就只好投靠什么这个女生，不过那女生那个他自己跟我他有女朋友。他就非常的阳刚，然后他就加入了那个诈骗集团啊，他很聪明，所以他算是主脑级的，他会懂得去运筹帷幄一些犯罪的组织行为这样子。那这个少女进来的时候，他其实有一次我忘了我们在聊什么，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在最落魄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我们没有钱租房子，我跟我爸爸要2000块借我打一个月就好，我爸爸跟我说他没有钱，但是他手里头居然拿一台 i6 最新的，而且还是银色那一台，那不是粉色就是。我忘了，就是 iPhone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款。他说我爸爸可以有钱买手，就是说他连2000块都不愿意给我。然后他就说他从打从心底非常非常的恨他的父亲。那这个孩子当然他后来有一些自己，他当然说就只能自己生存了。他现在还不错，现在在圣诞节那边工作还蛮不错。然后有一个被我安置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也稍微要讲一下，就是他逃学经常的逃学逃家，然后他的妈妈跟爸爸都是毒贩。没有实质的婚姻关系，然后小孩子一直以为他的爸爸离婚，然后妈妈因为吸毒的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然后去开车的时候把车祸然后死掉了，然后爸爸因为贩毒跟吸毒的原因后来被关，然后这个小孩子就剩下外婆在带，外婆很火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他的女儿很糟糕，在外面跟一个吸毒的毒虫搞出一个小孩子之后就丢回来跟我一样。你走嘛，打刚刚我才记者，因为他的阿公阿妈都在做事的啦，所以那个阿妈其实对于他们家里头的这个孩子，跟对于他的女儿的所作为所为，他其实不能够谅解。然后这个小孩子以为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有婚姻关系，其实没有。然后因为爸爸在吸毒嘛，所以他的外婆不准他的这个孙子跟他的爸爸接触，所以这个孩子跟他爸爸一辈子只见过3次面，第三次面在哪里见的，你们知道吗？在监狱里面见的，我把他送，因为他刚好一直跑嘛，他就是逃学逃家，加上他偷窃哦，他那时候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偷了7件来8件了吧，从云林一路偷到嘉义去，然后再一路偷回云林来，反正就一直偷，啊偷到后来反正就过年的时候被抓到，他就是好几个月都在外面游荡。我去他家里家访的时候很好玩，看到他的书包在家里头的那个椅子上，我就知道这孩子百年没去学校，根本不用去学校，所以我也没有去学校，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没上学嘛，因为书包就在家里，然后阿妈就跟我讲说。阿妈死都不来法院了，我们发通知一直不来，为什么？因为老一辈也没一个观念，法院里面有什么？有晦气，来法院会衰，谁都不来。然后他就说，最近那边关那抬的青菜，我都没意见。他叫我说，我两天在床上，就把这孩子带走。所以
所以你要想想看，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你觉得他不会变坏才有鬼？老实讲，如果我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应该也是。所以那个小孩子有趣的是，他后来被我送去安置机构，然后在安置机构，因为他中间有一度跟一个高雄地院安置的少女一起逃跑，跑出去了，然后又再犯了一个新的案件，然后就被抓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在考虑说要不要把这个孩子送去感化。然后我后来跟他的老师联络上，我们就在有一次我到他们学校去访视的时候，跟他的教过他的一个老师聊过，是那个老师的一句话感动了我。他说他对于那个小孩子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那时候他因为你知道乡下地方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小国中是同一批的，因为人也不多嘛。然后他就说他以前国中的时候，国中的老师在那个孩子还国小的时候，他就看过他会在那个国小的门口。他早上很早6点多就会去学校，可是门还没开嘛，他就坐在校门口等，然后等到门开了之后他就去上学，然后放学以后他会一个人在那个学校的围墙外面玩石头。石头有什么好玩？我是不知道。那可是为什么要玩石头？因为他没有钱，同学都去网咖，同学去补习，他没有钱，他就是玩石头。然后那个老师就说，他到了国中以后，就是开始不喜欢上学，因为他的个性比较畏缩。所以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有时候会被欺负，而且他又穷，衣服又臭，你懂吗？脏脏的嘛，同学就不喜欢啊，就会说啊，这波浪哎，波波波波啦，笑他啊，虽然不喜欢上学，他就逃学。所以他的逃学背后是有一个心理因素是什么？是因为他对这个学校没有认同哦，他在这里头他觉得他很受伤，所以他不喜欢这个地方。那当然，从小到大，因为不太会念书嘛，家里头阿公阿妈也不会管嘛，阿公阿妈每天都在抱，等一下阿公糖尿病跟高血压。跟抱什么东西我忘了，但阿公就是只能躺在床上，阿妈每天就画酒，就是睡石头的工作，所以阿妈早出晚归都在工作。你说这小孩子有人照顾他吗？有人告诉他工作怎么写吗？我跟你讲，连联络簿都没有签，因为我去调他的学习记录，联络簿也都没有签。为什么？小孩子就是因为阿妈就是忙着工作嘛，阿小孩也不喜欢回家啦，所以后来就在外面一直跑跑跑跑，然后当然就跟一些正统的人混在一起，然后后来就去外面就偷偷。好，重点是。他老师在告诉我这件事情，我后来觉得这孩子如果真的送他去感化院，我一定会内疚，所以我们没有把他送感化，我就吼了他，我说你，我们要送你去感化，可是哈、哦，你的安置机构一直跟我们求情，说你真的很乖，你真的会变好，那可不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后来就说，在安置机构的央求之下，我们决定不把你送感化，我们给你一个保护管束，可是你一样还是给我乖乖待在机构里面。后来那孩子现在在机构表现还不错。哦，现在至少他慢慢的在学校里头找到他的归属，虽然他成绩还是不好，可是至少他愿意去学校。我觉得慢慢的还是会，一定还是有他一些属于他自己内在的东西，慢慢的在滋长。然后现在有一个东西是个，我可能要再提一个案例，有一个少年也是，他在学校只能不断的请别人抽烟，因为他交不到朋友，也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孩子。然后他后来什么案件进来的，恐吓罪进来的，因为他骂谁骂老师，老师是学校老师把他移送进来的。当然不能说老师没有爱，我只能说因为那孩子真的不好搞。后来在法院的协助监督之下，那孩子有稍微比较收敛一点，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样子。然后我就要讲，这个是很新的，这是我上个月才做的事情，我毕生第一次倾国，我第一次去妇科，是因为我的少女需要做体检。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孩子，我想一下，他爸爸妈妈很早，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爸爸人间蒸发，剩阿公在养。然后那个阿公阿嬷也死了，阿公年纪很大，只能打零工，一天400块的收入，所以他们家也需要补助。然后这个小孩子因为从小没有父爱母爱，然后爸爸有一天找到，听说5年前在桃园找到了，因为写报协寻嘛，找到了。结果这个爸爸他打电话，警察就说：“阿姨，你现在被通报协寻了呢。”然后警察局就给他电话，他就打电话回家，就跟他的阿公，就是跟那个小孩子的阿公讲说：“我今晚回哪里？我靠，我没得，阿金大力帮我告了。”我不会回去的，就把电话挂掉。从那之后，你就再也没有音讯了。所以这个小孩子他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的父亲没有他，他只是那个阿公。可是人总是有爱的需要嘛，我们有爱与被爱的需求啊。所以这孩子把爱建立在谁身上？他才13、14岁，就开始在外面碰一大堆的人发生性行为。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你跟我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你会对我很好。他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不断跟男人在发生性行为，从同学到年纪比他更大的。当然，中间有没有性交易的问题呢？我猜可能有一些涉及到性交易的问题。总之，他就是跟很多人在不断发生性行为。然后他有一个干姐姐，跟他的状况很类似。那干姐姐刚好也在我手里头保护管束。那干姐姐在他身上刺青，自
刺哦，我靠这个啊，两个都才十几岁才刺，而且都不会痛哦。啊，为什么要刺？同台认同嘛，因为我们是姐妹啊，她们三姐妹，她们就在她们的脚上就有一个一样的图腾，说我们是一起的。可是我告诉她一件事情，我说，哎、欸，阿、啊、你的干姐有没有性行为很乱？她说有。啊，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们是不是一定都有带保险的？她说没有。我说啊，你知道如果有性病感染，你这样子，我这根针刺一次，我再去刺一次你，你们会传染性病，你知不知道？她说她不知道。然后我后来带他去体检，他紧张的要死，因为我们要安置他，他必须要先把他必须要经过体检，就是确定他没有病，安置机构才愿意收他。所以我第一次带着一个少女，我当时要带他去的时候，我所有的同事都警告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官涯可能，你的公务生涯可能就到这边为止。因为如果这个女孩子跑了，我真的是不管多的时候，永远不用升官了。我带着他亲自去跑台湾医院，好像很烦啊，就是他这个孩子有太多逃跑的机会，可是他一直没有逃跑，他就是想到安置机构去。可是你知道他上个月在机构里头跳楼，他想要逃跑，为什么？因为人际关系处得不好。然后，我觉得人际关系处得不好也很正常，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弱势的孩子，他在团体生活当中可能被欺负，以及他对爱的需求，他不懂得，他懂得跟男生相处，可是他不懂得跟女生相处。机构里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勾心斗角的人一大堆啊，里面当然也都是有问题的啦，就是吸毒啊、性交易的少女在里面这样。所以他就在里面觉得处不下去，然后他就想要逃离这样。然后你知道那一天我上个礼拜去新竹看他，他是非常的懊悔。我问他说：“你记不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是什么？你要跑，你早就可以跑了，不是吗？我们的约定是我希望他在机构里头把高中文凭拿到。我说你起码出来的，你只剩一个阿公可以，你阿公年纪就这么大，你一定要有能力有一天回去，然后照顾你的阿公。摆脱贫穷唯一的办法是什么？”你如果没有接受教育，你没有一技之长，你怎么赚钱啊？你一辈子要卖你的身体吗？然后那个孩子他知道我们当初的约定，就是他一定要拿到文凭，所以是他自愿安置的哦。可是他这次逃跑让我非常的不解。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后来又跟我提到一件事情，是他有在通信，他在云林有一个男朋友，二十几岁，那个男朋友其实有在吸毒，带着他来开庭的时候还浑身的酒味。然后呢，他就说那个男朋友有写信给他。说他好寂寞，因为他考到好多案件，什么诈欺案件、伤害案件、什么公共危险罪，然后他就觉得他男朋友告诉他说他好寂寞，然后那个女孩子也觉得说我也好寂寞，他会逃跑是因为男朋友的关系，他觉得他跟男朋友有共鸣，我们都是两个寂寞的人，所以其实后来听到这边以后，最后我是反问他一件事情啊，我说你真的满意你现在这样子的生活吗？啊，这孩子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其实孩子会哭代表什么？代表他心里还有感觉吗？他不就真的不坏啊？他就是很需要一个人关心，可是他在那个机构里头还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依附。所以呢，其实这一次那一次的淘宝行为老师，我真的没有对他做任何的处分，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人之常情的。或者说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人，谁希望被安排了自己的人生呢？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就开始哭嘛。那我只告诉他一件事情，是说你因为过去的生活圈里头只能认识这样子的人，所以你今天很寂寞，你也只能想到这种。你一定要让自己有能力，有一天，比如说你现在慢慢念上去，你取得一技之长，你未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会认识不一样层次的人。那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依附的对象，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你，你应该值得被更好的人爱。哦，这孩子会拼命哭，拼命哭。然后他一想到他老公，他又哭。他说他好不想让老公知道他逃跑这件事情，可是老公已经知道，因为机构会跟他老公讲。然后他就说他至少现在不会再跑。我说好吧，那我们就再观察。其实这个孩子有没有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不敢跟你们保证。因为其实，在我的工作里头看多了，其实孩子的起起伏伏就是这样子。你现在一直很 OK 的小孩子，有一天突然间再犯，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青少年的改变就是这样，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给他时间。帮我看下一页。这些人，我个人的感觉啊，他虽然已经触犯了，但是他们其实真正需要的不是更严格的规范，因为很多时候是他根本不知道规范是什么，他们的。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人告诉他说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所以他可能就这样子的出发。下一页，他们其实需要的可能是爱。下一页，因此这边我们可以讨论一些议题啊。我们今天透过一些强制处分去隔离他，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是在做处罚，还是我们必须要把教育辅导工作拉进来？我相信教育辅导工作必然是要拉进来的。我昨天才去开一个个案研讨会，跟家长中心开一个研讨会，有一个少年因为三度感化。他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也不是都再犯，那个都是那个小儿麻痹，然后爸爸妈妈在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在家里，因为就在关嘛。
然后这个小孩子对于爸爸妈妈印象非常的薄弱，都只能透过电话联络。阿公阿妈在养，阿妈死了，阿公现在躺在我面前也怕看不到，家里头还有个姑姑人在高雄，他也要出家，所以基本上他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管这个孩子，所以那个小孩就是在家里头，因为阿公也蛮放任小孩的啦，所以他就是都在外面跟人家瞎搞胡搞，反正就是偷窃啊什么的，案件一大堆。当初最早进来的案件是要安置辅导，可是因为他们家里头坚决反对，不要把孩子带走，就是阿公，他觉得我的正当，你来好好耍耍西游一口。后来我们想说，好了，既然这样子，不然就试试看保管处怎么守得下去。可是保管处状况不理想，因为小孩子一直违规，而且小孩子根本不来报道，然后他就被送感化，然后感化出来以后呢，状况也不理想，他就继续在外面违规嘛，又不来报道，然后还被挟持，后来又被我们抓到了，反正就是好几次的这样子的感化。他现在几岁了？他现在19岁，我们本来预计把他关到21岁，可是这个小孩子，我每次进去感化院里面看他。你知道他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只要谈到他的家人，我谈到说你出来被冲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你出来能做什么？他就开始哭。你看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说你出来如果跟阿公住，你觉得真的好吗？他就开始哭，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只要谈到出来，谈到未来，他就开始哭，就是一直哭，然后没有办法说话。啊，这个孩子的，我觉得他有一点智能上面的，我不知道是学障还是因为文化刺激不足，所导致了这个学习上面的一些比较迟缓的状况。其实他的表达能力不好，他的理解能力也不好，然后更不要讲他的学习能力不好，所以他在学校里头是被设定为就是一个飞行少年。他从小到大就没有去被送去做应该要有的评的鉴定，因为学校老师认为他就是一个爱犯错的小孩，不爱念书的小孩，没有想到说他是不是因为可能先天上的生理因素而没有办法念书。比如说他，我觉得他其实可能有那个注意力缺乏症候的问题 ，ADHD 的问题，可是因为他过去一直没有做痕检。那感化院里头也没有足够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司法体系里头进进出出。那这一次，他这一次在感化院里头，我后来认清了一件事情，是说，如果我把他关到21岁放出来，他绝对会再犯，就是成人犯。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就后来就跟那个我们县府的那个社工去讨论一个问题，然后来当然也转介给家扶中心，然后用自立生活方案来做。自立生活方案指的就是说，现在有一个资源，我们会提供给一些孩子，当他家里头没有办法给他足够的依靠的时候，他可以自己透过国家给他的协助，比如说给你钱，然后让你在外面租房子，帮你找工作，然后教你一个人自己慢慢的理财，然后慢慢独立生活，哦，就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配套的福利服务。我们后来就把他转介这样子的服务来试试看。那这个小孩子的状况当然就是早期他你知道他以前在外面工作是那种，4个工作加起来做不到2个礼拜。然后也有那种早上要面试，下午才去，然后老板就说我们欠人，他就说既然不欠人，那就不是我的错喽。可是他没有什么，一个问题是人家跟你约早上，我如果是老板，我会用一个会迟到的人吗？当然不会啊。可是他就会理解说，对啊，老板说不缺人，不是我的问题，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这么傻的孩子。然后这个小孩现在正在什么？前天才去开会，我们后来在想，就是必须要帮他去找。去连接资源，需要先做痕检啊，他有没有身心障碍手册？说不定需要，因为一旦他有身心障碍手册以后，他在就业上面的话会有一些保障，比如说有一些庇护性就业。那当然，他现在的是我们在协助他做自立生活方案的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他家里有的阿公没有能力照顾他，眼睛都看不到了，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怎么照顾小孩？可是我现在这个已经不算小孩，已经19岁了。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的是他在进入到司法的过程，司法处遇，甚至是司法介入之前，他有太多次错过被介入的机会。那这些错失机会，我觉得是这个社会的共业啦，就是也许是教育体系、社福体系，甚至来自于司法体系的疏漏。那慢慢的，我们大孩子现在就是在补救，尽可能去让他知道怎么独立生活。你知道他19岁不会看时钟哎，那为什么他会迟到？因为他就不会看时钟嘛。他当然会懒惰啊，因为他也不知道睡醒几点嘛，他只知道现在就是要吃饭，就是中午啊，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小孩关他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吧。那我也遇过一些出身不好的小孩子啊，他会自己告诉你啊，说我来自单亲，我们家又穷，我们是低收，我妈妈是外配啊，所以你必须要包容我的行为。这听起来很难，对不对？或者是由妈妈自己讲啊，妈妈会来法院哭给你听哎，哭爹抢地的，告你说啊，我一个单亲的，找我老妹饲一个三个囝。啊，就辛苦了啦，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把我孩子摔，跟我死给你看。他说，医生就说，其实我这么凄惨，我是一个这么辛苦的女人，为什么你不能体谅我？就是把不小心，虽然孩子不听话，那你为什么不能够体谅我们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人都会去，就透过自己的出身不好去合理化这个犯罪行为。
那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来自于一些弱势家庭的人，他并不会因为他的弱势而犯罪。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导致于这些人出生不好而会犯罪呢？你要把它归咎在生理的因素上吗？林蓓老师讲，我们还常遇到那种犯罪就是一整家子都是罪的，爸爸被关，妈妈被关，然后一大堆人都被关。我们手边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有一个阿公，他要带四个人来保护管束，三个孙子加一个媳妇，就是他的那个，你看几岁？16岁就娶老，17岁就娶老婆了。好，这四个人全部都是在保管束，整家子都在犯罪。那有人讲是基因的问题吗？可是我不想这么定义，为什么？因为这代表什么？教育无效。所以后来就想一个问题，我们同事之间，我们后来有一个共识是这样子：每个人必然一定周遭会有很多的危险因子。我所谓的危险因子在谈的就是说，比如说也许贫穷，也许文化刺激不够，然后也许家里头的这个可能比较破碎啊，比如说也许你来自一个单亲的，或者是你可能是早期丧父丧母的，或者是也许你来自于外配的一个家庭。其实我们都在告诉那些孩子跟那些家庭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弱势弱势化。哦，你不要因为你觉得你是外配的家庭，所以你就觉得你一定会犯罪，因为有很多外配家庭也没有犯罪啊。哦，关键不在于你的危险因子有多寡，而是真正会导致一个人犯罪的是他身边有没有保护因子。所谓的保护因子，在心理学里头有一个名词叫一个 term 叫 resilience， 就是所谓的复原力。复原力在谈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困顿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比别人更快的爬起来？我的复原力如果够好，我就挫折容忍力就比较高。那很多的孩子是因为他挫折容忍力不好，他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好，所以他才会不小心触犯。因此，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问题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人他先天他的环境就比别人危险因子更多，保护因子更少，那他今天触犯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他有多一些的包容？因为我们其实要改善的是我们周边的社会福利措施，我们的教育体系。我们的警政、我们的社政、我们的太多太多的体系，包括卫生单位、医疗单位，是不是都做了什么事情？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帮我按下一点，看一下我的位置。所以其实我们后来也在考虑一些不一样的做法，比如这个社区主义方案。小孩子其实如果今天吸毒了，我把他送去关出来，再犯的几率真的很高。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是这样子，吸毒一定背后有一个原因，我一定是某个东西匮乏了。吸毒只是最后把那个问题反映出来的结果而已，你的原因没有改变，我终究会吸毒。譬如什么？譬如挫折容忍力，譬如亲密关系的追求。我前天才办一个案件是这样子，有一个少年因为组织犯罪进来，然后他今年也19岁了，成年。其实我们早就可以把他免除掉，不用理他们，你知道吗？他有时候就是 gamble 啊，就觉得一定要把他 hold 在手里头。那还好我没有把他免除掉。你知道他当兵，今年年初退伍之后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情。9月的时候，因为一个案件，就是他跟朋友开车出去，然后被警察拦截，他们就不被临检了，不想被临检，就冲撞警察，然后在车上发现了一大堆的毒品。我的少年说他不知情，我是不知道他到底知不知情啊，可是就被抓到了嘛，就是车子里头有大量的毒品嘛。然后那个小孩子他因为那个案件，然后就被检察官起诉，因为他已经成年了。然后起诉他白他非常非常的白目，是他以为我不会知道，可是我是执法人员，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有在？我们掉按电脑，按一下就知道了，是吧？就被我发现啦、啊，所以我10月就找他来。那次来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这件事情。我说：“为什么你不能跟我讲？”然后我把爸爸也找来了。然后爸爸是一个很粗犷的人，其实没有接受什么教育。可是这个爸爸，我看得出来是关心这个孩子，他关心的方式比较溺爱。哦，他就是比较顺的孩子，就是啊，尊重孩子啊，看孩子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子。你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我在当天10月的时候来的时候，我后来才了一次的面。然后爸爸在孩子去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今天跟我老婆离婚是不得已的，他们家里有太多太多的纠葛，那个家事的部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他说我们离婚是逼不得已，我很愧疚，是我没有办法给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然后他说，蔡官他叫我，就是在职场上面，他就是我们的通称，他就叫我蔡官。他说，蔡官你有当旧外号是了，你买了给手。卖不掉了，我当下我不敢答应他，我真的不敢答应，因为我知道毒品的再犯的状况是会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然后我只能说孩子有他的路该走，可是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们一起来努力看。我跟爸爸承诺到这个地步。好，结果10月那一次，我们验的尿在就前几天报告出来，
然后少年来报道，我就告诉他，我报告打给他，我说 K 他命阳性反应，安非他命无阳性反应，你要怎么讲？我没有吸毒啊，什么？他开始否认了，然后他就想着那种，然后我说我今天要采尿，他开始不讲话，开始那个神情凝重，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吃？你老实讲，他说我没有吃，好，没有吃，那我们今天就来采。啊，你会看他很紧张，可是这个孩子后来慢慢的他放下，他卸下了心防。他跟我承认他有吸食毒品，然后你知道我跟他讲什么？我说，你知不知道上次你爸爸陪你来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你不知道的。那你有没有看过你爸爸哭？他说他从来没看过爸爸哭。然后我说，可是你知道吗？你上次来的时候，你爸爸在我面前老泪纵横，他说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健全的家庭，非常的愧疚。然后他说他一直溺爱你，把你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也非常的愧疚。然后他说他希望我们可以把你救回来。我说我那一天非常的不自量力了，我答应了你爸，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做一点事。哇，这小孩子哭得稀里哗啦，你知道吗？就一直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其实，在那个当下，我说我因为答应了你爸爸，我逼不得已，说我一定预先把你拴在这个地方，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今天没有要采你料，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不要用毒品。你今天把这个报告拿去给你爸爸看，自己去坦诚说你试用毒品，你自己跟他承诺说你从今以后不会吸，然后我来负责，你下次敢我要走。我说你自己去跟你爸爸承诺说你不会使用毒品，我接下来会不定期的查。你用阴性反应的报告去证明给你爸爸看，因为我曾经承诺过你爸爸说我也许一起来你看看，可是只靠我一个人没有用。哇，哭到我真的都快哭了，因为他你知道你看到一个人哭你要不哭的。我就转头，然后开劝导书，你其实我还是要给你当劝导书，然后就后来就把事情把他带过。这个孩子会哭，我觉得一定就是有原因的嘛。他后来就告诉我，他说他在当兵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是在当兵的时候离婚？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够不？为什么一定是在那个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离婚？他觉得他有一个未尽事物在他的心里头。然后他说，因为他在地方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你能想象他可能17岁就筹措了一个会馆吗？他是副会长，然后里面搞什么？搞政党，搞讨债集团。好了，反正他在地方上就是一个白猪啊，你懂吗？可是他那天来到我面前，他真的哭得跟一个八岁的孩子一样，泣不成声。其实我知道他其实内心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因为他过去就是当一个刺猬男孩嘛，早期就是武装自己，然后在那牙医面前，他就是要武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可是经历过九月那一次的案件，所有的人都跑光了、啊。他认清一件事情，就是说，原来这些所谓的兄弟没有一个是真的。然后他后来又认清一件事情，是说，原来他对于妈妈是这么的思念。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要去吸毒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很烦，朋友背叛我，妈妈不在身边，爸爸妈妈离婚，为什么我都这么大了，你们还要离婚？他后来的归因是这个。然后他的归因是说，是不是因为我，然后你离婚？然后因为家里头对妈妈有一些成见，因为妈妈有一些债务问题。他的姐姐这个月底要结婚了，可是他的阿公阿嬤不准他妈妈回来看他姐姐，所以这少年就非常非常的郁闷。然后他还说他不敢去见他妈妈。我说是不是因为你卡到案件？他说对。他说如果我今天去见我妈，我妈一定会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那我必须跟他说我今天有毒品案件在身上吗？他说他不敢面对他妈，所以他就觉得在这么多的压力之下，他只能透过毒品去麻醉自己。这孩子吸毒是不是这样子？你觉得我送他去关有意义吗？老实讲，真的没有。后来我只能说好了，反正你别人保护管束5月就结束了啦。啊，你中间我会一直验你尿，啊，如果让我验到，我真的要把你撤销了啦。可是你现在就是希望我希望他真的就是不要再去碰毒。那会不会成功？老实讲，我不知道。今天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谈一些成功的案例，好，因为孩子的改变真的就是断断续续，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好，一下坏。当然，我们手边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让保护管束结束，然后找到自己的路。有的还结婚了，还发起帖来给我们，你干嘛炸我啊？我都不懂哎。那我还是会有一些少年会回来，那些也是有成功的。可是基本上大部分的少年在我们手里的，这就是起起伏伏。你看他很稳定，很突然间就给你再犯，经常有这些回事啊。所以成人中学是什么？是感化院其中一间，在新竹。他们其实现在做的不错，包括张少主跟陶少主也是我们中，就三间感化教育的地方。好，这几间感化教育的学校其实都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叫转型的辅导。什么叫转型？到感化院里面来就是来念书。如果我今天念书念到一半，例如说我今天高二上学期念了一个月，可是我这边可以讲事了，那我出去可不可以继续衔接我的学业呢？你们觉得要不要衔接？
理论上要吧，我今天拘束你的人身自由，没有拘束你的受教权、欸、所以呢，其实像这种感化教育的孩子被剥夺很多权利、欸、譬如什么，我要讲那个我们的那叫什么十二年国教，这个 term 对不对？对啊，十二年国教，它的评分依据，它的那个依据不是有好多项，什么比赛啊，什么奖惩啊，什么？哎，被感化的孩子去拿比赛啊？被感化的孩子很多分数是拿不到的，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还觉得，这个我们未来还要透过一些行政上面的院，就是跨院之间的去协调。教育部其实它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你把感化院的孩子放哪里？他的受教权到底怎么办？所以当然后来做的很多做法，比如说像这个转衔。教育部明文的规定，如果今天是感化院的孩子出来，他要衔接教育，学校不能拒绝。你要拒绝可以，你要提出报告，你要告诉我为什么你不要这个学生。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少年不错，早期真的很凄惨，出来以后你只要他回到一般的学校就不会被拒绝，很惨的，就是曾经被关就算，出来也没有学校念。那现在其实改善很多了，因为这都是大家的努力，一直不断的去推，不断的布局，然后也让立法者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慢慢的，像我每个月都要去开转衔会议，我的少年就说他要出来了，可能高一嘛，有一个出来要去高雄，那他可能要去那个什么丹凤啊，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在丹凤还不知道哪里，就是要出去念书然后干嘛，他们就要去开会，把那个要转衔的学校的人找来，然后那个国教署的人也要来，然后法院的人也要来，小孩子的家属也要来，一起来谈说我们把他转到这个学校这个科好不好？然后未来法院怎么跟学校合作，你懂吗？这个都是要透过这些会议去做的。那社区主义也很有趣，吸毒的孩子关他没有意义嘛？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做法是什么？是案件来以后，在审前调查阶段，我们交付观察。刚才的那个图可以给我看一下吗？我们那个流程图有一个叫做交付观察。哦，你帮我把那个图叫出来，我边讲。PDF 上次版吗？啊 ？PDF 对 ，PDF 里面，哎，对，往下拉。刚刚我们看的那个，这个吗？交付审理前不对，那下一张吗？往上，有一个交互观察的处分，这个很有趣。你知道，其实这是一个活用，对，但是交互观察。所谓的交互观察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孩子在调查阶段，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很犹豫要不要给他处分，或者是犹豫要给他什么处分，然后还在那个犹豫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他最久六个月的时间再来做决定。那我们很有趣，这应该是高少吧？几年前，六年前、五年前，我们一个学长，他就尝试说，那不如我们用这个交付观察的形式，我们现行法官来交付观察，他把孩子放去哪里？放到医疗院所去，吸毒的小孩，我们把你送去卫生福利部的草屯疗养院，里面有那个附设的前老三中，就是一个戒毒村，我们把你送去那边，反正那边有医师、有心理师、有社工师、有职能治疗师、有护理师，有专业的人在那边陪你一起戒毒。然后法院监督，我们给你六个月的时间，看你在里面的表现。你如果接受这个戒治的治疗，你把它完成了，我们给你一个比较轻的处分，不然我们就把你送去关。那当然这是考核他的啦。对啊，有没有失败？有啊，我去年送两个去，都没有跑哎、欸，因为医疗院所有拘束力吗？没有啊，你要跑就跑掉了。也是有一些孩子没有办法戒毒，他就跑掉了。出去外面又继续吸毒也是有。那我现在最近也送了一个去，那个现在也目前在交付观察中。然后我们当然是不是法院跟医疗院所合作嘛？现在还有一个人，不要忘记了，很重要的。之前会失败，其实有一个例子啦。我觉得我也一直在检讨，我们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改善。这一次我把那个孩子的妈妈拉进来，就是说要由家里的人去鼓励这个孩子去戒，让这个孩子知道说家里有人，家里在等你回来，这个很重要。哦，所以其实我们回到报告里，我们也是很灵活的，因为法律里头没有这个做法，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交付观察这样的形式去做一个变通，把这些孩子放到那个医疗体系里头去加验，对，去让他戒治治疗。然后第二年法会我就经常在开啊，动不动都要开。然后有一些未婚妈妈这个也是，我们少年法庭也有保护志工，我们自己都要陪去。我这个月底就要帮我们的志工上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药瘾整治，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我们跟谁合作嘞？很有趣，我跟我们云林县生命线合作。好，生命线去跟县府去请款，譬如什么嘞？早期有那个环境处处分金，现在没有了。然后现在是有一个叫做公益彩券盈余什么的，那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笔钱。他们就去请那个盈余公益彩券的盈余，然后来办一些给用药者的家属的知识性团体。现在你看哦，如果今天一个吸毒的人来，他去接受治疗，治疗完回归他的原生家庭，可是原生家庭没有做好应该有的准备，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继续再犯？会。
所以你必须让他周边的人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如何跟一个药瘾者相处，让父母亲让他周边的亲属知道我要怎么跟吸毒的人相处，我必须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或者是我要如何去避免一个 高犯罪的风险情境发生，那个需要周边所有的人一起来营造的环境。所以这个团体做，我们最近也在做，然后未来我们打算扩大，由县府那边由那个生命一些法人团体他们负责开团体，他们跟县府要钱，然后我们法院评工人，反正他们要执行嘛，执行率没有人参加，那我们就给他人，大概是这样。那帮我看下一页，我们时间真的有限。OK， 再下一页，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当然啦，今天来这边就是对于这些触法的孩子，哦，大家其实会谈说政捷啊什么东西的嘛，政捷已经不是我们管的，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像他这样子的孩子被在更早以前应该有一些东西就应该要介入，当时社会可能没有介入。我同事前阵才办理一个案件，我们云林之前有一个很轰动的案件啦，有一个少女把她自己的妹妹掐死了，有没有？有没有印象？她为什么要弄死她的妹妹？因为那个妹妹是爸爸在外面跟小三生的，然后爸爸把小三生的小孩子带回家里头来，爸爸还是跟那个小三继续在交往。这在现代人的社会里头叫什么？就是开放的稳定关系类似的手法，就是爸爸在外面有一个小三，然后要妈妈接受这个小三。然后那个妈妈其实，因为他们家里头有一个，你知道，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很有趣哦。他们这个家里头的女人都被物化，都被物化为是男人底下的一个财产，附属在男人底下的财产。然后因为爸爸有生产能力，女人没有，所以女人不能离婚，因为你只要脱离我，你就没有生存能力。所以妈妈只能委曲求全。所以他的妈妈不断的抱怨他的爸爸的同时，不敢让爸爸知道，只能跟谁知道？让谁知道？让他的孩子知道，让那个大女儿知道。所以女儿在这个环境当中，她知道一件事情，是说爸爸根本不爱我。爸爸花很多时间在陪伴那个小三跟那个妹妹，小三生的那个小孩。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哦，我妈妈是个照看机，帮你带小孩，然后你还要被你打，你喝醉酒就回来把我们发泄。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后来他就忍无可忍，就把那个妹妹弄死。这个案件后来当然就被起诉了，因为杀人罪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最基本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是我们必然要把他一手给剪掉。可是 你如果真的去调查，你就会知道说这孩子需要什么，他需要更多的辅导，他需要更多，他的家里头早就应该需要一些资源了，这是他的父母亲应该要在被教育，可是都没有这些东西进去。所以其实如果只是单纯处罚这个女生，我觉得太残忍，而且那个少年啊，那个 女学生在学校成绩非常的好，老师们都没有办法相信说为什么他今天会犯这样子的错。那我必须说一件事情啊，每一个人家里头都有一套自己的故事。那你不在那个当下里头，你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个过程到底有多痛。OK， 所以呢，我们必须多一些的包容。啊，如果今天大家都是知识分子的事，就是说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了，我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各行业里头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后，就算不在这个行业里头，至少去影响你身边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的立法者，立法者，对不对？他在反映的是我们的民意嘛。那你必须支持一个愿意改革这个现状的立法者，他们就有可能去改变现在的现状。然后，甚至是我们不要当一个无脑的被弱的样子。你知道现在的媒体里头，像之前政捷啊或什么那些耸动的新闻一样，其实因为少年案件是保密的，所以其实记者得到的讯息非常的少，他们只能断章取义的去问老师问谁，然后得到一些东西以后，用故事去串一个动人的故事，或去串一个说啊这个什么金氏媳妇还是什么。形式什么东西的，你懂吗？他们只能用这些故事去让那些新闻看起来有可看性。可是实际上，这些新闻里头背后我们要担心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完整性，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足够多元，让那一些没有办法在主流的环境当中自我成就的孩子，找到他应该要有的受教权。这就是我们的司法体系是不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确实是。我们法院的安置辅导费用最多只能安置十个人。安置一个孩子，一次两年，最久延长到四年。我们四年安置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大概100万。我们现在已经超额安置了，是用我们办公室里头的行政支出在安置孩子。那我要谈的是什么？我要谈的是说，因为没办法，就是遇到这么多需要被安置的人。可是今天社会，今天我们的社会福利那一块没有办法去安置这些孩子，是不是有法院来？哦，有很多的孩子可能是需要被设置安置的，可是因为他们错过了那一段时间，犯法进来以后就变成只好法院来处理。那我也不是要去说那些社会工作人员的不是，我要谈的是说，我们有太多 的制度中间有漏洞，
以至于说有一些该进来的资源没有在适当的时间进来。那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连接，所以其实不止我们云林地院啊，各个法院都一直不断的在跟其他的这个行政部门在做合作，医疗的、教育的、社会福利都是。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改变什么。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当然，你必须要监督我们的立法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然后当然，我们必须去重新定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公平跟正义。今天所有的触法的人都要用同一套标准来面对他们。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当然可以说，你来自于一个凄惨，你来自于一个不幸的家庭，你没有触法的合理性。你不可能因为这样子就说我们触法了，然后不需要被处分。可是我们的制度有没有足够的弹性跟包容，去让这一些孩子得到应该有的处分？譬如什么，我们的感化院、我们的少管所里头有没有足够的师资？当然，这个东西在监察院这边最近好像也被纠正了，因为不断有人在倡议，不断在倡议，所以监察院在纠正。前这阵子才在纠正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少管，我们所有的关少年的地方理论上是要跟大人分开。可是全台湾现在只有两间少管所是独立的，其他各县市全部都是附属在成人监狱里头。当然了，他在成人监狱里头也是独立的，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独立的教室、独立的空间、独立的社房是关少年的。可是你多多少少还是会遇到一些成人的受刑人啊，就像我那个少年，我刚提到那个少年，他跟他爸爸相遇是在云林二街的篮球场，爸爸出公差打饭，然后他在那边打篮球，然后突然间就这个好面熟，就啪，然后两个人就相拥而泣，也来一招啊。你懂吗？就在监狱里面，就是要相认的，就是他还是有可能会遇到成人犯。那有没有可能独立？可是独立的资源该怎么去做？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听说好像是要集中，好几个县市共用一个独立的处所。可是这样子的做法，对于家长的探视方便吗？因为可能也不方便啊。他好像什么云张家，不然好几个县市要共用一个独立的少管所之类的。其实现在还在研议过程当中。我只知道说的是，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一直有在进步。可是进步的程度还不够快，甚至是说刚才那个大法官释字六六四号，其实我个人是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大法官认为我们的少管所的环境不好，而认为少司法违宪，所以不能够去收容或是感化教育那些逃学逃家的孩子。可是他其实错了，你知道吗？有太多太多的小孩子，他今天就是因为有太多面临太多的文化不利，太多的家庭因素，而他必须会在外面。那你不让你没有给他一个紧急避难的地方，你这个孩子放在外头就是什么？不是偷就是抢就是吸毒，就是被政党吸收，不然就是被诈骗集团吸收，不然就是被贩毒集团吸收。我们遇过太多这样的状况了。最后不能关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把他不负整理掉。不负整理以后造成的后续效应是什么？你知道吗？非常可怕的。一个孩子如果知道他不用他逃学不会有事，我手里头遇到一个多聪明的小孩，他威胁他爸爸，他说：“爸，你老婆被很多外头。”他说：“你如果没有买摩托车给我，我就不去上学。我不去上学，你就会被强迫入学委员会裁罚。”那爸爸说：“现在给，真的会，他去裁罚，一天好像是300，是不是我忘记了？”然后那个小孩就说：“那个小孩也跟爸爸讲，因为吼逃学逃家不会被关，所以你吼就算小打越白也没有用，反正我没有关，我都不会去好，我就每天在家里打电动，你也拿我没办法。”然后爸爸就非常的烦恼。后来这个孩子还是进来法院的，因为他。后来有一些在学校有一些打人的行为，用伤害罪把他移出来了，他有办法处理。所以我要讲是什么？这孩子多聪明啊！如果今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说，逃学逃家不会被关，他出去外头，他会本来他逃学逃家而已，他会带一群人一起逃学逃家。因为我手里就有这样的少年，我刚刚讲的那个在玩石头那个小朋友有没有？他们有七个人，本来是两个人，一两个人逃学而已，后来就七个、八个、十个，连六别间学校的一起逃学，就大家一起逃，因为他们知道逃学逃家不会有事。哦，这是最大最大的遇到的瓶颈。所以其实我在谈的是说，我们的制度应该更完善，是让足够的社会福利机构能够在这个社会上发挥作用。那这个概念叫什么？叫行政先行，行政事先的先，然后行动的行。也就是说，有一些逾犯行为的孩子，帮我跳到少司法第一，跟刚我们那个花风人前面讲少司法第三条那边，有很多的逾犯行为，其实他在早期就应该要用行政先行的方式来处理。也就是说，让警政、教育跟社福单位能够处理就先处理，这是未来的修法趋势。我们的超市法草案已经出来了，对，这边的余犯，未来的草案只剩下下面这三个，前面的这四目全部要把它拿掉。好，我们的草案未来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会跟犯罪行性来往的人，或者是说他出入不正当场所、逃学逃家，或者是参加这些不良组织，其实应该要让警政，譬如什么少辅会，刚才提到，有少辅会对不对？
很好，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跟少文会的人合作。哦，就是说，其实他应该要让某一些资源先进来，不要这么早让孩子进入到司法体系。为什么？因为国内外太多太多的实务跟研究数据指出，越早进入到司法体系的孩子里头，他未来的犯罪生涯就会比其他人更久。哦，这是一个很负责的事实，因为我们目前为止的矫正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能量让这些孩子里头得到应该有的教导。哦，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机构不好，不是说他们不够专业，没有力，不给力，不是，是因为他们现有的硬体跟人力资源就是这么的少，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我觉得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有没有？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反正那时候脱稿演出，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发问。我们要不要一次先收集三个问题？好啊，然后回答以后再。好，来，请说。那个就是刚好是到这一张 PowerPoint， 那就是我想到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某种程度上，就是少年法庭法官他们的权力反而是过大的呢？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说，我前几个月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有反课纲，然后有一群学生他们冲教育部，对，那个时候后来我没记错的话。我看到少年法庭的法官好像裁决好像有点重，因为我不知道他后来没，因为他有点不会公告，他应该是公平才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新闻好像有写到吧，然后反正就是说可能会，就是新闻上面把他讲的说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有点大。那我想问的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会不会我们可能就是说给少年法庭？的裁量权有点大，因为我知道说我们可能保障这些孩童是必要的，那但是问题是说我们真的要这样过多限制吗？对，我想一个问题是这个。好，第一个问题，请问。哎，蔡先生你好，那个，刚刚听到您提那个664号解释有，影响到大法官，因为大法官有去看医院嘛，那您是说他觉得那边很可怜，所以他觉得对，那。就像我们法学教育上很直觉会想到说，哎，我们要保障那个小朋友的名誉权，所以很多事情是要保密的。但是现实上，我们不可能挡住记者传故事，不可能的。那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上有，比方说像您这种专业人士，统一的适度性的告诉大家，其实，故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会反而比较好。因为其实会不会是说，我们大家理智上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帮助这些孩子，可是因为说穿了就是我会觉得跟我很远。那大法官也是在看到，大法官说穿了好像也是他看到之后，他才觉得说啊，好像真的是应该改变。那会不会这样其实比较好？因为好像不太可能改变记者的生态了。那所以我以前就一直在想说，那会不会其实我们的保密的路？好像走错了，是不是这样？谢谢。我可以先回答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可以合作回答。我们先这样吧。因为这边牵涉到一个，就刚才记者转译的那个过程。记者，我记得那个新闻，我有看到一篇，后续我没有看到。我看到那一篇是说，记者说这些孩子被移送，刚刚上次那个，反正就是这些涉疫的孩子，他们被移送。然后移送之后，他说可能面临的会有什么感化教育的处分，什么处分，什么处分。他在谈的就是说。也许今天这个孩子一进来，可能会有这些处分，但是不一定会定的这些处分。记者没有提到附审力啊，可是我刚才提到了可以不附审力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那那些专业判断是由谁？由少调官跟法官去做决定。那中间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是说，好，那今天法官的裁量权会不会过大？可是我也必须说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样子处理，没有独立起来来处理这些案件，他反而被干涉的程度更大。比如说合议庭的审理过程当中，当你三个法官在一起决定的时候，反而更麻烦。所以其实，在少适法里头，就是一个法官就是我就是认你这个小孩，你再犯也是这两个是我处理，所以我就是对你很熟，我会了解你整个犯罪史，基本上会归户了，就是同样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在办。调查官也是，基本上很多都是同一个人，再犯也就是同一个人。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是我们会比较彻底了解这个孩子的犯罪史。他今天初犯进来，初犯的处理方式跟再犯绝对是不太一样的。哦，大概是，也有没有遇过一些法官不管人的？有啊，我们有遇过很有爱的哎，哦，可以再犯七件，保管数五件还不管他的，也是有啊。那当然，这样是好还是坏不确定。
老实讲，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关一个孩子对他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就是在这个现有的资讯判断之后，我们认为要不要去做他的人生自由。哦，有一些孩子我会送他去讲话说我要他去受去念书，你连国中都毕不了业，你回去拿张毕业证书啊，拜托你好不好？等到你有一天高中想念的时候，或是有的人高中念一半他就是给你在外面乱搞，那我们期待他可以去拿一张文凭，拿一张证照，至少你在里头拿到证照出来，不管你要不要用嘛，至少能用。那接着到回过头来再谈这个保密的问题，我觉得保密是必然的。你知道我们很好玩哦，全台湾所有的法院啊，没有 logo 的字，我们法院一定会有公务车都会有嘛，刑事勘验车对吧？所有的车没有 logo 的只有两台车，一台就是我们办公室用的车，一台就是院长的车。哦，因为首长出去不能明白让你知道，对，不然你们出事怎么办？那个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名字？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的车上有 logo， 到有任何地方去，人家就会知道是家里头的孩子出事。为什么法院的人要来？你懂为什么吗？那现在的保密是这样子，为什么今天我站在这边？因为我就是要倡议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其实有很多的公务员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是什么？一牙给哦，我工作一半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去陪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来这边演讲干嘛？你懂吗？很多其实大家都知道，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倡议是一回事。那保密，我也在做适当的保密啊。我刚刚谈的那些故事，我不能让你们知道那个孩子的身份是谁，我只能透过他的经历跟他，我们用什么处分来面对他，让你们知道说这个制度怎么运作，跟实际上这些犯法的孩子后来是怎么样。那当然，背后另外一个层次私底下在做的，就是譬如说，我们只能透过官方的协调，去让这个体制走起来更完整一点，你懂吗？譬如说，我会跟那个卫福部的机构，我会跟社会处那边去做连结。那我觉得，就刚才那个同学提到的那个案子啊，就是说被送去那个少年法庭的少年法院的这些少年，那个社运的少年会得到什么处分？哎，老实讲，如果今天我是调查官，嗯，因为我没有亲自去调查那个孩子，我不敢说我会怎么处分。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是就那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的问题、毁损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处分的方式是还可以再讨论的，我不一定会去关那些小孩，因为。就我所知，有很多会去参与社会运动的孩子，其实都不是坏小孩。哦，有一些也许还不是一个在学生的。那我猜他们可能从小到大也不知道被记八字大过、二十字大过是什么滋味，我相信啊。因为毕竟能念到大学，对不对？你要跟我说你有旷过一千劫吗？不可能啊。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去，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办那些案件。好，所以我不敢下一个断语说这些孩子的处分是什么。可是就我们在办案的经验里头，一个孩子的成长史才是重要的。我不会因为他今天这个犯罪行为就给他一个什么很重的处分。好，我们在乎的是他为什么犯罪。他只要我们去理清他犯罪的原因，跟他经历的那些过去的事情，经历什么样子的成长，然后已经导致他现在这个样子的去犯罪，这反而是我们比较在意。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去调整他的心，那个整体性的环境。你如果这个犯罪因素不改变，他未来还是会继续再犯。那媒体的部分就只是需要被教育的嘛，可是这个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写就是耸动的故事啊。不过今天要比起来，我要写故事，我们也不会输他，因为我每天都在写比较好看的。我觉得改天我应该来出一本书之类，去告诉大家说到底这里面在讲什么。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干涉记者怎么写，可是大家要有批判思考能力，就是说今天这个孩子触法了，因为通常一个孩子触法，我们的社会舆论人家一面倒，就是站在被害人这边，这是事实啊。那也确实啦，我们现在也一直在重视一件事，就是说被害人的声音应该要被听见。所以，我们少年好，这边补充一个东西哦，很有趣哦。少年案件的审理是用协商式审理，它是一个圆桌，它不像一般的法庭，就是一般刑事庭呢，就法官在上面嘛，然后检察官，然后被告在两边这样。那个你们，我少年法庭呢，特别是一个圆桌，然后可能就比如说是一个圆桌嘛，啊，然后可能法官坐这边，书记官坐这里，啊，然后入室。然后少年坐这里，然后家长坐这边，然后可能被害人坐这里，然后律师坐这边，然后可能学校的老师我们也把他邀请来，可能老师坐后面，好，社工来的坐后面，然后被害人的其他家属有的比较利害关系的可能也来的坐这边，然后调查官坐这里，然后就在一个圆桌上面，大家一起去讨论说我们要给这个孩子什么样的处分。你知道很有趣的是这样，我们曾经遇过那个有一个孩子因为他偷东西，偷窃的案子，然后进来之后。因为他那个孩子状况一直在犯，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关他，说他先关一阵子，给他一点教训，就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关回家的小孩子。可是你知道，被害人的妈妈听到，因为我们会报告嘛，我们会把那个调查报告，就是这个孩子的成长史、犯罪史、经历什么讲嘛。你知道，被害人的妈妈
他反而是哭着，就是听到后来哭到说，拜托这孩子我也不要关。哦，我他就说我主动要撤告，我没有要告这个小孩。可是你知道少司法的规定很有趣啊，你们从来到尾 有提到我讲到撤告两个字吗？刑事诉讼法里头有撤告的规定没有错，你遇到告诉你说你可以撤告，可是我们少司法不行哦，一旦进来我就要把它管到底。为什么？回到刚才的第一条啊，我们的第一条的规定在讲的就是少年健健全是自我成长。我不会因为你们私底下把事情戳伤掉了，我们就不处理。举一个例子来讲，我有一个少年，他当初进来法院的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七八件杀害案件，他爸爸是角头老大，每次只要他的小孩打人的时候，他爸爸就去人家家里的家长那边，瞪着话说：“我赔你钱，不追究行不行？你敢追究吗？不敢追究吗？好，他就是赔钱嘛。所以那个小孩子从国小就打了，打到他国中，打他的学长没带怕，因为他爸真的就很靠谱啊，没办法。”爸爸就是这么威啊，就给他靠啊。后来这个案件还是移送进来了，没有任何人提到是我们在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自己牵了进来的。那爸爸一开始在瞪着他说：“你凭什么？”我说：“我凭少司法拿给他看。”然后孩子后来被收容了。可是收容之后，那个爸爸后来感谢我之后说：“因为那个孩子他的同票一群死党，在那个少年的收容期间，在我们云林口。”因为飙车撞到电线杆，火烧车死了两个人。他爸爸说，如果我的孩子没有被收容，当天晚上会一起去飙车。所以自此以后，我觉得老天在帮我，他爸配合度超好。我说干嘛就干嘛。孩子有没有回家？会他自己打的。哇，长这么对，好好玩，那可以，很好玩的，我觉得。所以其实，在协商式的审理当中，比较不会有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就是所谓的不公的现象发生。因为其实这个在这个里头，大家是一起讨论的。有时候我们必要的时候，连那个社工、教育员都会挤进来，要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直接向老师来讲最快嘛。那也有一些老师来是来帮孩子说话的，哦，也是有。啊，当然我们也必须教育学校老师，我很常去学校教育，去演讲，原因是什么？我们曾经遇过一个状况，哎，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问问题。来，还有没有问题？因为我十点跟人家约了吃宵夜，所以我不能太久。哦，我们还有24分钟，我等一下有空我再来讲那个我刚刚讲的，你是那个吗？不好意思，哎，你好，那我本身就是弱势者，然后弱势者，不好意思，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也是基友，然后两三年前的话，曾经就是有新闻报道，就是有报一些。就是新上的朋友，然后就是恶作剧，然后几乎用泼粪，然后用很多针，就是很暴力的行为，包含台北，然后新北的那个八号线的纪念公园那个暴力事件，搞到最后，好，我刚刚听到你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被送进去。最早被送进去，他的价格率很高。但是我很想问的就是说，这些弱势朋友，他们就算说他们没有权，也放下心态，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告这些小朋友，但是确实这些小朋友有伤害到他们的心。那他的加班女，这个开玩笑的恶作剧的行为，你不要说于法不容了，然后整个社会公益你，你要怎么说？哦，对，我理解。所以你要谈的是说，如果这些孩子他有一些恶作剧的行为，那我们国家要视而不见吗？你的问题是这个吗？对，我就想要说，就算司法没有给他们。给他们一个那个合理的刑法的话，对，就算他们不接去，你用所谓的少年管部，就是少年管受或是协调式的那个，协商式审理，对对，那这样的话，他们有没有机会再办？我觉得，好，所以是你的问题 ，OK， 我待会回答，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刚听到这个仁者是心者，想要请教一下
从你当职到现在，你所接触到的这种案件的数量是递减呢，还是递增？那我提这个问题是想说，定这样子的罪，我认为是一回事。啊，没有听说是什么样？就说定了这个法律，让这个需要是一种罪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问题，先撇开这个，然后这些会被纳为犯罪这一件事情，除了司法途径过程中像碰到你这样处理而获得解救的机会，到底是应该由法律来处理，还是该由行政司来处理？我想听你的认识。好，我可能要先回答，因为你们的问题很多。好，我先直接回答。第一位先生，我想要回答的问题是说，我们可能要先界定一个问题，是说恶作剧的行为有没有到犯法的程度？如果他今天有触到了一个犯法，触法的行为，或者是他已经达到了一个逾犯的行为的时候，少年法庭必然会介入哦，必然会介入。那至于会不会交付审理，又会不会交付处分，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部分要看的是说，这个孩子他的整体性的表现。他如果今天真的确实是一个恶性重大的小孩，他不只是有恶作剧的行为，他一样过去从。不好意思，我必须要讲一下。对。第一个那个泼粪的行为。泼粪的行为，这样的话，也就算是很严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今天已经触犯刑法的法律了，好，比如说泼粪可能在刑法上哪一条他触法了，那当然法院一定会介入嘛，这你不用担心。就是说，如果他的行为是触法了，这个一定会介入。泼粪然后再加暴力。对，比如说他可能施暴嘛，那就是有一个暴力行为，有伤害行为，那法院一定会处理啊。没有说，没有，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说所有的孩子进来，我们就是一定。一定就是不负审理，一定就是干嘛？你知道现在的感化院是超额的吗？你们可能不知道哦，被感化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已经超比如说，就我所知啦，张少主已经超额至少100-200，应该有100以上。哦，其实是很多的，被处分的人非常的多，保护管束手里头，以我们云林地院来讲，光保护的小孩，保护管束的小孩就超过500人，云林县哎。人口数这么少的地方，刚才那位先生提到说再犯率提高还下降，我告诉你们一件很糟糕的消息，我们的案件量并没有因为少子化而减少，这意味着什么？犯罪的比率提高。那一个人会犯罪，也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说那是单方面哪一个地方的环节的问题，因为也许家庭教育失败，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破碎的家庭这么多，你要那些孩子怎么成长？那据我所知，我知道前阵子我们有遇过一些国有少年，就是几乎皆有的。他小时候就没有被合理的对待过，他是一个从小被爸爸拿着枪指着长大的小孩，他怎么会有同理心？不会有。他进来法院，我们有准备他，有我们收容他2个月，问他有用吗？没有用，老实讲没有用。可是这个孩子有没有进步？有，在保护管束的3年里头，他真的进步非常的多。他是一个很没有同理心的小孩，可是慢慢，因为他需要医疗的协助，后来我们有帮他引入医疗的系统，然后。哦，他超怕我的啦，因为我是去撞人，就是直接去他房间把他挖起来那一种，他就是那种不去学校嘛，或者是他今天就是去爱去跟人家打人，然后搞到被退学，那我们是那种会去撞人，把他拉起来，走，我们去就业服务站把他带走的那一种。就是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不理解，我不是真的承办，也许您遇到的状况的孩子，他的故事我不知道，可是我手里头确实也遇到一些孩子很没有同理心，那他的没有同理心是因为他的家里头就没有人有同理心。他的爸爸也是一个毒贩，从小拿着枪指他长大，然后他只要出去上学，爸爸就会去他以前很厉害，他是那个溜冰队，然后在学校表现很好，本来是可以保送的，他们老师希望帮他保送公立的高职，可是他爸爸每天喝醉酒去学校闹，闹到那个孩子很自卑，他不想去学校，搞到被中辍，他只要看到他爸爸就会顶撞，就会发抖。然后来，可是你知道有趣的是什么？他爸爸在前年死掉了，这个孩子一蹶不振。他心里恨死他爸了，可是他爸死掉的那一天，乃至于之后，他一直走不出来这个阴影。
我不清楚那个纠结到底是什么。好，可是我要谈的是说，有一些孩子他没有同理心，我们当然是一定会处分他啦。他后来也是保护管束，也是被我们收容了啦。可是光这样子的处分没有意义啦。我的感觉是，你没有教育，没有医疗，没有心理智商，没有相关的东西进来，你只是单纯的把他关起来。好，我们就算真的把他关一辈子，能怎么样呢？不能怎么样，他就是变成人犯。那现在遇到一个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刚才另外一位先生提到的是，我们的犯罪量没有降低耶。我一样每个我每年就是要上百个家庭在手里跑，每个月就是这么多的案量，然后毒品案件是一件比一件多。我刚好最近才做的资料，你知道截至到今年八月民国104年八月的报告，我们那个司法院的统计报告里头显示，100个少年里面有22个因为毒品案件进来，然后里面有15个是三四级毒品的问题，然后另外的那7个是什么？贩卖、持有或一二级毒品的问题。这意味着什么？5个孩子里头就1个是毒害，毒品案件一直在往上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后很多的孩子他会犯罪，我不是要大家去，我们不是要去否定他犯罪的这个事实，他犯罪就是犯罪，这是事实，没有错，错了就是要教。我也跟所有的孩子讲，你今天做错事情就是要改变了，你不会读书，不爱工作就算，不过你也要做了，这是我最常跟他们讲的一句话，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做一个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那你不要去害别人。如果今天那个孩子进来到保护管束系统里头，我跟你讲，反而对他比较好。该要保护管束的孩子会保护管束，该要感化的孩子会受感化。今天法院也不是说今天笨到说就是这人都不处理。那我们也经常遇到家长在挑战我们，看我这么年轻，我遇到家长笨到说六岁变鬼，我跟我讲，他就说你没有孩子，你凭什么教我怎么这样的小孩？哦，我火大了，我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只有管你家3个小孩管不好。我每年上百个像你比你孩子更坏的孩子，我们都在看你。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管你的小孩吗？其实我要谈的是什么？我要谈的是，我们的专业跟实际上要预防一个孩子再犯，背后有太多的系统需要合作。你不配合我没有用。你今天跟我敌对人干嘛了？不能干嘛了？好，真的不能做什么？那我们的案量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减少？背后有太多的因素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积极在跟各个部门在合作，就是。过去早期的只有单方面的司法处分，这条路走不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为什么我们的再犯量没有减低？所以现在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卫福部行政院底下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措施，他们要求他们的下属机关必须跟法院或其他单位合作。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跟什么有关呢？我觉得可能是跟他们有关。因为 K 他命后来的案量，就是因为犯案的太严重了，所以至于那个相关的主管机关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说警政、社福、医疗跟法院必须合作，一起去改变那个毒品案量没有办法下降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必须澄清一件事情：该处分的还是有处分。我今天跟你们谈的是少司法的精神，它本来就是包容的。少司法的精神本来就跟成人刑事诉讼法不一样，也确实我们确实有比较多的包容，这是事实。好，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孩子就是要教啦。他这么年纪这么小，你不教他，你现在不教他定型了，未来更难教。可是教要一些手段，有时候我们关他们是在关心酸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不关起来，他没有办法听你说话。那个小孩的心就是很浮躁，他在外头就是这么自由。有时候收容起来那一个月里头，他会意识到一件事情：爸爸来看他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爸爸还爱他。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哇，原来还是会有别人来关心我的。然后这个时候你跟他谈什么叫自尊，他才知道什么是自尊。你跟他谈什么叫同理心，他才知道什么叫同理心。哦，有时候那个过程是在这个，我虽然不想用教化两个字，可是背后还是要用的，就是只好透过这种所谓的教化的历程里头去灌输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有时候他们真的从小到大没有人去教他们是非对错，那他们认定的是非对错从哪里学来的？同侪，比如说我们一起欺负别人觉得很好玩，我也遇过那种很爱去冲你吧。哦，接友也好了，我还遇过打老师的嘞，就是人家怀孕的老师给他推倒在地，多可怕！就是也是有这种的、啊，就是这些孩子是确实需要被教，可是有一些孩子很失控的行为背后真的是需要医疗的哦。我们有一个蛮大的比例，其实可以发现，大部分会进来法院的孩子是有精神疾患，除了注意力缺乏症候，可能会有一些人格疾患，哦，什么 ODD 哦，就是那个中文怎么翻译？有心理师 ODD 来帮我解释一下。对立反派，对，没有错。就说有一些孩子他是有人格疾患的，那这些孩子如果他在一个滋养比别人还要更少、保护值比别人更少的环境当中，
他的 ODD 就会变成，就是所谓的那个反抗，就是他就是习惯性的，我就是跟这个规定，你叫我干嘛，我就偏偏要干嘛，这是他的性格就是这样。那你如果只是一般，就是你叫我干嘛我干嘛，我还不至于违法。可是如果他的周边的系统很薄弱的时候，这一群 ODD 的孩子就会变成犯罪的小孩，包括 ADHD 也是。他一开始只是注意力缺乏，然后你就说啊，你这小孩不爱念书，这么坏，然后这么过动，然后他到后来讨厌这个环境，不喜欢念书，他于是乎也不念了。那不念了以后去哪里嘞？跟一群不爱念书的在一起。啊，不爱念书的人，大家无聊，知道干嘛？啊，好无聊啊！啊，你都年轻过嘛，无聊就是要找一点新鲜事做。有时候去打打人，你觉得蛮好玩的啊，对方也觉得不错嘛。啊，吸毒觉得还不错嘛，就玩一玩嘛。或者是正头，出正头以后大家多开心啊！有没有不用钱的香烟，不用钱的槟榔可以吃，我怎么不去？而且出证还有钱可以拿，对啊，我出一次证，哎，让我少年出一次证可以拿6000块，我说哇，那家伙太难，真好赚，我今天来演讲还没有6000嘞，啊，出去一次他吃顿我半天都6000嘞，怎么这么好赚，对不对？哎，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就是其实还是会去处罚的，但只是说因为他们是少年，对，那我们还是基于一个教育的立场，因为他们还在成长的阶段，那我们希望给他们的是辅导，去矫正他们的一些偏差的观念，以及他们没有机会学到，比如说像刚刚说的同理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被人家同理过，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同理心。那因为他们还是一个少年，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少年，那他们还是一个成长阶段，所以应该司法应该要是给他们多一点一点的宽容，去找到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解决他真正的那个问题，才算是帮助他成长成为一个成人。要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就是啊进来。按照像成人的司法一样，你犯了什么行为就怎么罚，这么罚，这么罚。可是那个孩子他只是觉得这社会对我一直好不友善，那我出来后我也没必要对这个社会多好。而且很多其实都是犯罪家庭的啦，我大部分会进来的很多的孩子都是来自于犯罪的家庭。啊，爸爸妈妈也被关，我有个少年也是啊，爸爸吸毒被关，妈妈被关，然后哥哥也被关，阿公阿妈，阿妈阿公死了，剩阿妈，阿妈每天要工作顾不了。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很坏哦，他就是 ODD 典型的小孩子，去鉴定过嘛。他到学校里头坏到不行，学校老师好不容易趁他有一个案件发生，那个性交易防治条例，他去威胁别人打手枪再来纠缠，他把他录下来，这个行为就处罚。处罚之后好不容易，然后学校就威胁他说：“你以后哪不去安亲学员，刚我提到那个中途学校，我就把你的案件提报给法院。”可是这个是义务通报，他一定要通报，通报以后妇幼队就进来，是把他移送进来。那小孩到安亲学员以后就觉得不平衡，为什么学校老师骗我？你不是说我乖乖到安亲学员就没事吗？然后说他就在那个安亲学里面一直大闹。然后我那时候接手调查嘛，我后来就去问学校说，这个孩子返回学校就读的可能性如何？导师拒绝我，他们主任也拒绝我，他说不可能，这个孩子太糟了，我们教育我们无法。其实我那当时很生气，我非常非常生气，说哎、欸、你们是义务教育员，你跟我讲怎样？他们希望我们把小孩送去感化，他说小孩子只能感化，我说我不需要你来教我要不要感化一个小孩。我后来很火大，啪，卷宗的时候我就走了。然后小孩子在安全里面还是很糟，他说他要回到我的母校。你知道我后来跟那个小孩子瞪了吗？吼他，我说你知不知道，这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要你，你的学校就是不要你，你回得去？当然他回得去，因为我说过了，他只要那中途学校嘛，我说过了，法医代理人的少年同意才能进去嘛，少年不同意他可以回去的、啊。可是我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可是他是可以回去，因为我也跟学校讲这个问题，我说小孩子要回去就是可以回去，你们不能强迫他。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孩子回到学校会更好吗？老师跟他敌对了，你觉得这孩子在学校里头可以更好吗？当然不可能啊。然后这个小孩子最后在我的淫威之下，只好在那个区域，真的。你知道他后来，我们后来给他保护管束，这是某一次的契机。你知道，我是他阿妈来看他，一个已经驼背，然后每天他说，因为他阿妈就是重点，在那个残废来的，已经70几岁还在重点。我问他一句话，我说，因为他又在捣乱，然后机构叫我去处理，他就在交付观察期间哦，处分犹豫当中，我们在犹豫要不要送他去感化院。我告诉他一件事情，我说你爸爸被关，你妈妈被关，你哥哥被感化，外面那个老人，你看到没？那个老人，他就看到没？看到阿妈。我说你看到那个老人，如果你被关，他怎么办？小孩子开始哭，他还是有这个小孩子还是有知觉，他没有坏到这么的坏，他想到他唯一的亲人，他还是有感觉的啦。所以后来我没有送他去感化，原因在这边。你要说我被他的眼泪骗了吗？好了，好像也是。可是你知道这个小孩现在在干嘛吗？你知道他现在高国中毕业了，现在在念美容科高职。你知道他以前是所有的学科不及格的小孩子，这一次的国中他考到了3B2C，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其实是有钢琴天分的。
他在安静学里面，他用了短短的两年的时间，可以弹到我想知道，他后来弹的那个曲子是，他有办法弹莫扎特的曲子，然后甚至很简单的那个肖邦的练习曲，他可以有一些片段可以弹。他拿我们县政府的那个，他在县政府表演过，也回到他的国中原母校表演过。我要让他的原母校的老师知道，说你曾经拒绝的孩子，现在变这样。然后他们学校消费这孩子，说我们的杰出校友，我其实这帮校友很不爽，我讲这个。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没有爱啊，爸爸被关，妈妈被，这个是他讲到阿嬷，他也为了我阿嬷要改变哎、欸。啊，你要说这种小孩子你关他有用？他以前真的很坏，他就是会去欺负街友的人，真的很坏。我没有骗你，阿奈你老师也打。啊，我阿斗，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啊，因为没有人教他是非对错，他就是那种在阵头里头长大的人。那阵头他们的阵头在做什么？做讨债啦。所以他从小学会一件事情，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是他受到的教育。直到他遇到很倒霉，因为我比他更暴力，我真的我对他非常的凶，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欸、心理学 TA 沟通理论你会讲到一个东西 ，stroke 叫抚慰嘛，哦，就是说正抚慰就是说正向的抚慰就是赞美关怀，负向的抚慰就是责骂，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那个 TA 里头说有负抚慰，负向的抚慰还比没有抚慰更好，那个小孩子从小到大是被忽视的一个孩子，他妈忽视他，因为为了赚钱嘛。爸爸妈妈都在坐牢了，怎么关心他？老师有把他当空气啊？就这个孩子从小到大是连有人要骂他都没有人要骂的，老师都放弃骂他了呢。每天把他当空气般的存在，我就啊，他太好了，有个安静，赶快把他送走。你懂吗？这个孩子从小是被忽略的孩子。有时候你懂吗？骂完小孩子要摸摸他的头，所以其实他对我现在的依附非常的深。可是我也在告诉他一件事情：我的保护管束每天会结束，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路。他现在很乖啊，白天。念书，不对，他是念夜校，然后白天在打工，因为他们家没有人给他钱。妈妈最近出狱了，可是妈妈的再犯程度很高，为什么？因为妈妈是毒贩，当初吸海洛因。我跟你讲，妈妈再犯程度一定会很高的啦。有一天他重罪要，我今天对不起我，赶快把时间给你。来，我们现在已经快十点了，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吗？好，还有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那其实这些年来，那个蔡正州他到了这个云林地方法院去以后啊，是面对到这么多的孩子，然后大家也听到了刚刚那些孩子的成长的背景，听起来实在是很灰暗，然后非常的不开心这样子。可是他一直还是非常的乐观，然后就像过动儿一样，他跟我说，他觉得啊，因为看到了那些孩子以后，你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比他们还要更悲观，因为他们的处境已经够悲惨的了。那有点像是他刚才给我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是那个开在黑暗里面的花朵，只要给他一点点阳光，其实他们就会长大了。那我想邵淑华也是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也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到蔡正州先生来到这边现场。那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谢谢。